好，我们继续开会。现在开会进行下午的议程哈，主要是并案审查委员徐志荣等十八人凝聚《中华民国刑法》第77条及第272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与委员王玉敏等十八人凝聚《中华民国宪法增订第271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首先介绍列席的官员以及在场的委员：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次长，检察司副司长余丽珍，调部办事检察官刘世国刘检察官，司法院刑事厅副厅长邱明宏，卫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副司长张庸敏，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署长杨国龙，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纪明谋，还有在场的委员，包括我们林德福委员、我们王玉敏委员、周春米委员、徐志荣委员。好，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首先我们请徐志荣委员说明。有没有时间？时间好好好，哎，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部会长官，大家好。下星期就是妇幼节，在妇幼节前夕，我们发生内湖砍童案的悲剧，相信志荣与各位都感到非常的痛心。志荣在二月份就已经提出这个案子，所以今天谢谢招委排案审查。志荣就手提刑法第77条以及第272之一条做提案说明。我们都说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但是幼童因自我保护能力很弱，而且没有反抗的能力，很常容易成为歹徒下手的对象，故我们国家应该予以积极的保护。近年来已经不断发生多起幼童被杀事件，最近又发生我们内湖十岁女童惨遭杀害的悲剧，所以现行的刑法显然不足规范，不足以吓阻类似犯罪的行为的发生。故为了保障我们国家未来主人翁儿童的生命安全之基本权益，志荣特别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77条及第272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针对杀害未满12岁以下之幼童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并不得假释，以提高吓阻效用，并遏止杀害儿童案件再次发生。或许仍有反对修法的声音，但是志荣此次修法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提出。我们立法者或许没有从过去的案例中得到教训，所以让悲剧一再的上演。虽然这次案件让全国民众很气愤，但是愤怒并没有办法淹没我们的理性，悲伤也并未让我们失去我们的信念，这是我们今天齐聚一堂的原因。我们立法者必须为过去的一些缺失等等来做补救。志荣请求主席，待会儿是否能在我们程序上能快就快一点点？希望贵委员会能在今天就能够进行逐条讨论，并送出贵委员会，让这个案子能在最短时间内就完成立法的程序。谢谢。最后响应小灯泡伟大的妈妈一句话：我爱你们。请王玉敏委员提案说明。
谢谢招委，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林维洲招委呢，变更议程哦，愿意在今天来审理刑法271条之一条文的修正草案。我想这个礼拜发生这么重大的女童在街头被斩首，这么让人家心痛、痛心的案例，整个台湾社会舆论群情哗然。到目前，大家可以看到，民众自发性的到现场去悼念小灯泡，这样子的一个人潮非常的多。中午我也抽空到了现场去。我觉得这件事情，今天本席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刑法修正案，不是为了小灯泡这一个人，不是只有小灯泡小妹妹。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已经有几例，也都是幼童被杀害的案例。本席在上一届就已经提出了刑法271条之一的条文修正草案，所以绝对不是仓促立法，也不是因为这个礼拜发生的案件要来讨论。但是从过去，从方姓男童被割喉案，到去年刘小妹妹在校园被杀害这样的案件，到现在我们看到小灯泡在街头被杀害的案件，难道我们立法院要毫无作为吗？上一届不能通过这个法案，我觉得非常的遗憾。这一届会期开始，我就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条文修正草案，也希望可以排案来审理。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台湾这片土地生活得更安心、更安全。如果刑法的目的要达到某些吓阻的作用的话，今天面对幼童被杀害的案件，难道我们立法院任由案件一件一件的发生，不能有任何再进一步的修法的行动吗？今天有一些反对的人士提出来的理由，在我看来都不见得是理由。大家别忘了，在我们的刑法272条，我们杀害直系血亲亲属，他一样是要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我试问各位，今天在街头杀害一个女童，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跟恐慌跟不安，有没有亚于今天一个家庭的悲剧去杀害自己的直系血亲亲属？如果觉得这两件事情等同重要的话，为什么在我们的刑法272条，我们可以是杀害直系血亲亲属，我们是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而今天我们想要在271之一条增订杀害幼童是比照同样的法义，为什么就要有人站出来反对，说这样子会限缩法官的裁量权？我要问的是，如果说这样修法就限缩法官的裁量权，那刑法272杀害直系血亲亲属是不是也是限缩法官的裁量权？为什么他可以立法，今天杀害幼童这样子的案件，反对的人就要用这样子的理由来背葛呢？所以我在这边今天要非常沉痛的说，立法院在防止儿童被杀害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毫无作为。我赞成在前段的预防我们全面的去启动去做，但是如何还给我们孩子司法正义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刑法上面的修订无可回避。另外最后一点我要说，今天社会各界群情激愤，为什么这么的激动？因为大家看不下去了，大家没有办法再忍受再有下一个类似的案件的出现。如果我们不能在刑法上面很明确的修法，来告诉所有未来可能犯案的人，台湾社会没有办法接受你去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孩子。在台湾，我们的刑法就是定得非常的严格，我们就是要限缩法官的裁量权，我们就是要处以最高的死刑或无期徒刑来限缩。所以今天我希望社会各界各党团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明着不敢反对，
然后用一些其他的理由来加以反对。我希望今天在立法院的修法是有进度的。上一届的遗憾已经发生，我们已经提案没有办法通过，我不希望这样的遗憾在这一届在今天的会议上面再度发生。拜托各党团大家全力支持，我们立法院是最高的民意机构，我们绝对有责任来回应现在社会各界对于必须立法严格的来惩凶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意见的舆论跟声音，来确保我们孩子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底下长大。以上，谢谢。好，接着我们请法务部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今天奉邀列席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针对委员提案修正刑事诉讼法第271条之一等条文，这样请报告如下：第一，关于委员志荣等18位委员所提出的刑法第272条之一修正条文，还有王委员、易明等这个提出来的271条之一修正条文的部分，这两件的修正呢，好，提案委员都是认为近来随机杀害儿童的案件层出不穷，鉴于儿童的身心发展未臻成熟，自我防卫的能力不足，容易成为随机杀害的被害人，对于被害人跟家属、亲人等造成严重的身心创伤，而司法实务较少对于这些加害人的判处死刑、的案例，所以量刑上显然不符社会的期待，影响社会治安生计，导致社会大众恐慌，提案修正。那本部对于委员们保护儿童的这个信念呢，我们是表示钦佩之意。那但是呢，在整个法制上面呢，法务部有一些意见要说明。第一个呢，现行法制跟实务运作的说明，关于现行法律呢，对杀害儿童及少年的犯罪呢，也有加重其刑的规定。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现行刑法，虽然刑法的杀人罪虽然是10年以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呢，对儿童对故意杀害儿童及少年的话呢，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112条规定呢，有加重其刑到1/2。也就是说呢，纵然判有期徒刑，也可以加重到最高点的20年啊、那不可谓不重。第二呢，可能会限缩法官量刑的空间，刚才王委员已经有说明过。那因为对于特殊的犯罪类型，因为会不会有情轻法重？比方说这个儿童跟父母之间有某种程度的这种连结的话呢，那因为杀害儿童犯罪的犯行动机手段、犯罪实地所受的刺激、行为人的自恃程度跟犯罪后态度等等有所不同。实务上呢，也发生重度忧郁的母亲在贫病交迫之下，所以身心受创，所以来杀害罹患重病的志同等等，这种案例虽然不足裁，但是呢，会是实务面呢是有情轻法重的问题。如果就以死刑或无期徒刑这两种选择的话呢，会不会造成限缩法官量刑上个案量刑的裁量权？这一部分的话呢，我们也肯是不是也请司法院能够表示意见？如果认为法官量刑过轻，而有适用法律不当或认识用法错误的情形，检察官也可以为被告不利益上诉，并不是没有救济。第二个呢，在德日法律上也没有这种加重的这个案例。第三个，近年来随机杀人量刑的话呢，大部分判处无期徒刑，所以呢，现行的刑法无期徒刑跟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部分的话呢，应该是可以足够。不过，委员的提案在法制上面虽然有重叠之处，有稍微斟酌的余地，但是即委员们基于保护幼童及社会安全等信念提案修法，这个是属于立法行政空间。刚才王委员也提到说，现行的刑法272条也针对特种的杀人的部分呢，有类似的立法例，所以这个立法行政空间呢，本部也是予以尊重。所以对于委员而后审议的这个结论呢，我们予以尊重。那如果说有必要修法的话呢，我们是建议作为把仿照刑法第272条的立法例作为文字上的修正，那我们在书面上报告以后请参酌。那关于西维志荣等委员18位委员所提出的刑法第77条修正草案，这部分的话是
认为说判了无期徒刑后不得，这就是类似的案罪，哎，犯罪判了无期徒刑不得假释。但关于这一部分的话呢，法务部是认为说，这个无期徒刑的受害的这个加害人呢，被告入监执行超过25年，最少要25年啊，要迁回有期的话，法院监狱审核才能够假释，并不是说达到25年就当然假释。在法务部的假释政策方面的话呢，对于这种随机杀人的案件，也是列为从严审查假释的这个标的。所以呢，这会把受刑人的犯行、犯罪情节，还有社会观感等纳入审酌的项目，包括杀害儿童、判处无期的受刑人，如果不能完全的教化啊，让他再回归社会啊，这我们是不得假释的，这以跟社会来隔离，避免再犯。所以现行法律跟假释的实务运作的话呢，应该能够符合实际的要求。同时，在人权的观感上，欧洲人权公约跟欧洲人权法院也对于说单一的犯罪判处无期徒刑就不得假释的话呢，是认为是属于酷刑之一。所以呢，在人权跟国际的这个法治层面上面，也请委员做参考的。以上报告，敬请指教。请问司法院有没有报告？好，是。好，谢谢。已经报告完毕，现在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是10分钟，本委员会的委员哈，非本委员会的委员发言时间是6分钟，均不再延长。下午3点30分截止发言登记。请登记第一位的林德福委员发言。主席，法务部陈次长，一位各委员同仁以及列席官员，是不是请陈次长？次长你好，次长我请教你哈，我想去年哈5月29号，这个台北市北投区文化国小发生这个8岁的女童啊，遭到29岁那个男子叫龚仲安潜入校园来这个割喉啊杀害的这个案件，引发全民的公愤。那法务部立刻在6月5号下令枪决6名死囚，当时被认为是平息民怨的举动。那请问，这个次长，这个你们部长曾说，身为佛教徒，长远看来应达到会死哦。那请问以台湾现阶段来看，综合国民的情感，短期内能达到会死吗？法务部立场认为说，现阶段不宜会死。不宜哈、那现在相隔1年不到，更残忍的这个女童遭砍头，这样的一个发生，法务部短期还会不会执行这些死刑犯？目前我们对执行死刑犯是没有时间表，我们会综合来了解判断。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很多包括这个尤其是反会死的，大家真的是沸腾啊。那这个次长，因为前年最高法院把纵火害死5个人啊的彭贤判死刑定谳，明确宣示依欧盟2公约的精神，可对精神障碍者判处死刑。对于这些残杀幼童的这个凶犯，那是否能够逃过死刑？现在法界啊，当然争议不断哦。那请问你认为这2个公约是不是法官目前要不要判处死刑的一个盾牌？其实这个不是法官唯一的判断了，因为公民政治权利公约第6条呢，它也规定了说，在未会处死刑的国家，对于处死刑是对于情节重大之罪，也就是说严重的犯罪，并不是他这个公约并没有禁止死刑的这个裁判啊、所以有些呢是要这所谓重大啊，这个情节重大的罪呢，那根据解释也包括蓄意杀害并造成生命丧失等等这些罪，所以
法官在裁量上面的话呢，但是综合斟酌，整个综合来看，确实现阶段呢、啊，很多法官几乎都不判死的哦。那是不是法务部要不要把这些执行死刑的这些牵绊，如果全国普查民调哦，几乎都是反贿死的比较多，那是不是需要立法院把这个公约啊？实行的施行法把它废止，才可以完全解套。依您看呢？其实不需要废止公约了。公约是一个人权，表彰人权，表示人权是普世价值的。但是很多法官就是把这些拿成好像是他们这个不判死的一个盾牌啊。对。啊，现阶段确实是如此啊。啊，其实这个可能是有点误解。其实法官，据我的了解呢，法官并不是唯一的拿公约作为不判死刑的。唯一依据的，或唯一的理由，并不是这样。市长，这个针对要不要废止的这个期限，在两公约，这个施行法第三条的规定，哦，但最高法院认为公约中的人权委员会的决议只是敦促，会员国不得对精神障碍者判死，没有强制，来遵守的效力。但支持废止的法界人士则持。这个反对的意见，请问遵守国际这些公约后换来的是受害者家属一生的煎熬哦，他确实是一生的煎熬。那你认为这样对守法的大多数人民，好、哦，大多数的民众，你认为这样公平吗？其实法官在裁量上面的话呢，应该按照横平的观点来做了。那这一部分的话呢，我想法官也会看到整个的这个人权观啊、跟。保障被告跟被害人之间的平衡度来做处理。如果是为了坚持刑事上的这个公平正义，不去执行死刑，那请问你认为这样的人权是目前国人想要的吗？我们目前并没有说不执行死刑啊，我们只是说在死刑的话呢，要给他有穷尽救济的机会，来做考量，所以并不是说不执行死刑。但是时间刚才有报告过，说我们目前还没有时间表。市长，因为哈，这个司法院啊，反贿死刑的这个全国后援会哈，那其实他们昨天也这个痛批啊，我们马总统说签署的这个两个公约，造成很多法官不愿意判死刑，形同是贿死哦。那侦办去年北投八岁女童。各侯案的这些士林地检署哦的这个检察官翁伟伦啊，昨天也在这个也批评这些法官这个滥用两公约哦。那请问目前对于死刑判决的这个认识用法，是不是变成有点模糊啊？会不会？我想应该不会啦。那这一部分因为是属于司法院的职权的话。啊，我们要请司法表示意见。不过，我们认为说应该法官不会是偏执一边吧？因为哈、哦，两公约施行法的法律位阶是不是高于相关规范这些死刑的这些法律？会不会这样子？我们目前的认为是说，两公约是有内国法的效力，但是两公约并没有说一定要废除死刑或不能判死刑，并没有这样的。那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那凭什么这个优先适用？法官应该不是优先适用，他可能综合其他犯人这一部分的话，可能是属于司法院执掌。那个今天司法院里面派人来，来，请上来，请副厅长。那个副厅长，我在请教哈，经常听到逃过死刑判决的这个事实理由，以教化可能性来作为。依据，请问法官对于教化可能性的判断依据的是什么？报告委员啊，司法院是司法行政机关，那对于法官在个案上是如何适用法律，司法院没有办法帮法官来回答。那个次长，你的看法呢？应该不是这样的看，不是这样的说法啦，因为可能外界呢对法官的判决呢有某种程度的误解。因为哈、哦、那个次长，你认为为了刑事上人权的这个废死公约，对于这个本应该处以死刑的这些刑案，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是不是受到无形的拘束？会不会变成这样子？这个因为刚才副厅长提到嘛，这是法官
这个审判的核心，这一部分我们还是尊重法院的判决。不过我们是希望说，不要把人权公约跟会使作为唯一的等号，应该是要综合判断。我们要保障人权，人权是有包括被害人的人权等等的考量，对不对？你像那个，其实很多案子啦，那是不是也造成这些自由行政被滥用这样的一个疑虑？民众真的是会疑惑啊，因为你两公约造成很多法官啊，他把这个两公约好像当成他的挡箭牌啊，对不对？他都不判死啊，顶多是无期啊。那顶多无期变成说，很多那些你看这个任意随意杀人的啊，随机杀人的这些人，他认为说根本就不会死啊，有什么关系？杀一个两个有什么关系？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上这种氛围啊，对不对？你看那个啊，这一次这个女童这个小灯泡发生这种事以后，隔天啊马上又有好几个地方，随便乱杀，连警察都杀，对不对？这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啊。哦，那个司法院我再请教哈，侦办北投女童割喉案的这个翁伟伦检察官，在内湖女童这个小灯泡惨案后，在脸书上贴文表示说，为何法官一再考量的是被告的教化可能性，但刑法的另外一种社会教育教室的这个意义在哪里？我觉得那应该是翁检察官的个人意见，那我也不晓得他会依凭什么样的东西来做这样的回答。因为吼，连当检察官对刑法执行都有疑虑，社会上是不是这个有可能对这些代表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信心会崩溃？您看呢？我还是觉得说，可能是说翁检察官的意见是如何，那是不是能够用他来说明？那因为哈，看法是，你认为这样的后果是值得吗？我觉得当然，如果是法官在裁判上如果有违误的话，当然是不值得的。对，但是因为这个他不晓得翁检察官他的评论是基于哪一个理由是这样子做的，所以我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哈，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确实啊，哦。这个有人说死刑是酷刑，哦，不人道，法官也可能因为怕被冠上人是刽子手这个不名誉的这种称谓，不愿意判死，哦。那但是以现今社会的整个氛围，你认为台湾的整个环境对于这些犯案时已经泯灭人性的这些罪犯，哦，那要如何来教化他们？关于如何教化，我想应该是监所如何执行刑罚的问题。那关于说在裁判的时候，法律法官应该是依据个案来考量说他是否有教化可能性。那你认为目前这个整个软硬体设施有没有达到这个完善的教化的系统？有没有？非常的抱歉，这一点我并不了解。那个次长，你来做一个说明好不好？目前我们监所因为拥挤，还有一些软硬设备，确实是有不足的地方。因为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认为屡屡传出这些无人性啊杀人案的这些现今的社会，要怎么样来说服民众说死刑不是处罚这些人唯一的一条路？这一部分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尊重法官个案的判决的量刑跟判决的。如果有量刑或是判决违背法律的地方，我们也要求检察官要依法提起救济、上诉等等。那个我是希望说，这一次整个修法哦，怎么达到让社会大众大家能够认为说这样子？当然，修法不是唯一，但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结构，当然从家庭哦去探讨。尤其那个小灯泡他妈妈讲的那一句话，讲实在话，他是很深沉的，他是很有智慧去做这档事哦，因为他内心是非常痛。但是他还是把最深层、最底层的那个讲出来，哦，这才是我们现在社会存在的问题。是，哦，我认为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去探讨。是，哦，谢谢。好，谢谢。接着，我们请许淑华委员。谢谢主席，请主席有请法务部陈次长以及司法院的邱副厅长。好，
次长好。那个，我想今天所有立法院的重点都在这件事情上面啊。3月28号，台湾发生了这件非常骇人听闻的事情，让大家开始来检讨我们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这位杀人嫌呢，他已经被逮捕了哈，他也曾经有精神病的就医跟毒品的一个前科。那我们台北市的刑警大队认定这是一起精神病患的杀人事件，这是我们台湾呢这五年来发生的第三起的杀童案件。2012年的台南的10岁的男童，还有2014年的台北市的女童哈，一直到这一件，在我们台湾的刑法规定，一般杀人罪呢将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以及无期徒刑，包括死刑，并没有针对我们杀童案有加重刑责，所以在前两名的刚刚我提到的就是杀童的凶手呢，最后都是被判无期徒刑啊。那当然发生这些事情，我们现在从这个事情来看，很多人在检讨，我们不应该从这个事情的果，应该去看那个因啊，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从家庭、从社会面、从教育去感化这些人，让这些事情不再发生，这个我们都同意。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能不来看每一个结果的发生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发生，我们必须还是要去看到每一个人可以选择他自己的人生的阶段。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人生受到了挫折，你自己曾经有就医的记录，你对于社会所造成的这些的伤害哈，来规避这些的责任，所以。到今天发生的这些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当然这些前端的作业并不是法务部能的重点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跟法务部所探讨的，就是在这个事情，我们单从行为来看的话，我们怎么样哦，就是从更严格的规范，让这些的事情不再发生哦。那这次的法务部的报告当中呢，你提了几点的一个意见。第一点，现行的法律对于杀害少年及儿童的犯罪已经有加重刑法的规定。第二，限缩法官的量刑空间，对于犯罪情节特殊的案件，恐怕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到法官裁量的空间哈。那我想这个很多的委员都有提出来。事实上，我个人觉得我们并没有去影响到法官的裁量空间，因为本来我们的这个死刑的规定，包括无期徒刑本来就有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包括本席还有很多的委员认为，对一位没有反抗能力的儿童，如果做出这样的非常令人发指的事情，更应该受到我们这个国家更严厉的一个处置哈。所以我想就这个部分呢，我要跟这个次长来研究一下哈，您到底呢？对于在这个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刚刚林德福委员有提到，隔天呢，在328隔天之后，发生了6起的持刀的杀人的一个案件，导致整个社会呢非常的一个不安了哈。到底我们的这个量刑的制度是出了什么问题哈？因为那个在那个汤姆熊的事件之后呢，这个曾姓的这个杀人犯呢，他也说在台湾呢杀一两个人呢、并不会判死刑的。那确实法院的判决最后就是如同他所说的，也是被判无刑啊。到底量刑制度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跟委员报告，首先对于本件是不是因为精神病啊、精神疾病造成的杀人，并没有定论。是因为那个可能是报道错误或是哪些执行的错误，我先跟委员报告一下、那这个还需要鉴定的，将来就要鉴定的，所以也不能够借口精神疾病就能够杀人，这个错的。同时也不是说杀一个人就一定不能判死刑。是法院我们对所属检察机关呢，对所属检察官也要求说，对这一方面的污蔑的话呢，在个案上面，如果万一遇到个案方面呢，一定要严正的说明。另外呢，在这个次长，我了解，刚刚林德福委员也特别提到，本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定死刑的一个空间嘛。但我刚刚提到哈，就包括你汤姆熊的刚刚提到的那两个案例都是如此嘛，最后也是没有被判死刑。不是说他一定要被判死刑。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台湾现在的法官对自己在判决上也非常的一个严谨呐，他也不会轻易去做出死刑的一个判决啦。那常常也就是因为跟我们社会大众大家的期待有很大的落差，也就是大家之前一直讨论有很多恐龙法官的存在等等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次的一个修订的过程当中，可以针对没有这个行为能力的、反抗能力的，做一个比较加重的一个处分。我不晓得你的看法如何。这一部分刚我们在报告里面提到说，我们是把过去的法制呢做一个比较，那最后我们也认为说，也尊重这个委员啊，这个
提案啊跟审议的空的立法形成空间。那至于法官怎么审判的部分，我们也要说明说，这个是属于法院，那是司法院的权责，我没办法，我们法务部门没办法干涉，也没办法处理。那我们只能要求我们检察官对量刑呢，也可以作为斟酌是否上诉救济的一个主要依据。好，那我这里再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个汤姆熊事件呢。当时因为媒体非常的哗然，包括社会的不满也达到一个高峰哦。那在这个事件之后呢，法务部呢在三周之后就执行了六名死刑犯的一个枪决。在去年文化国小的这个女童发生命案之后呢，法务部随后也就又处决了六名的一个这个死刑犯哦。那为什么在每一次的这个虐杀儿童的事件发生之后，就这么刚好的进行处决？到底选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因为为了安抚社会大众的一个情绪所挑的一个时间点哈？所以大家在问说，法务部会不会很快的在这段期间内又进行枪决呢？所以过去两次有杀童案以后所发生的这个我们所执行的死刑呢，跟这个案件的发生呢，并不是绝对的关系，因为很刚好啦，就是两个事件呢，就是社会大众的不满的情绪哈，到达一个高端之后，你们就刚好这两件事情之后就进行了各六名的这个死刑犯的一个枪决，所以让人在讲说是不是会不会就是因为安抚社会大众的情绪而挑的时间点？我们会审慎考量的啦，不是为了某一个事件而执行死刑，我们执行死刑是。我刚才报告过说一次没有时间表，我们是审慎处理。好，那我要再请教，目前呢我们在台湾整体的这个民调还有包括民众的反应来讲，我们大多数有七成多八成呢都是赞成台湾应该要维持有死刑的这个判决的哈。那就目前来讲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刑法并没有规范终身监禁或者是不能假释哈，所以就以这个死刑来讲，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替代措施的讨论空间。我要请教次长，就是在目前我们台湾还是维持死刑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还有哪一些的刑事环境可以来做改善的？刑事环境？对，我们现在因为如果不是判死刑的话呢，死刑现在还没有执行的，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看守所里面哈，来代监来在管理中。那如果是无期徒刑或是有期徒刑的话，都是在我们监狱。我们监狱目前的设施，绝大部分是有待增进的地方了啊、那所以整体我们是朝向教化，也就是说鼓励他们浴火重生的方式来做教化处理。不过我们确实在心理师、社工师等等这些专业的部分呢有欠缺，我们也尽量在跟卫福部，希望他们能够协助。好，司法院你有没有另外要补充报告的？跟委员报告，司法院没有另外的补充。好，谢谢啊，谢谢次长以及我们那个司法院的邱副秘书长。我请主席再邀请卫福部张副司长。请卫福部张副司长。张副司长，我要请教你啊，卫福部我们近期也您要修改我们的精神卫生法哦，就是将毒瘾、酒瘾还有强烈的自杀倾向者呢，纳入强制就医范围，并且将过去有精神病患强制送医的门槛呢，能够降低到第一线的警消就可以来处理，是不是？报告委员，目前这个都还没有定案，未来我们就是卫福部新口司就会邀请各级专家及所有第一线的人员在进行。好，那我要请教你啊，为什么卫福部我们认为在这个精神病患的强制送医是由消防队来认定呢？就是精神病患通常如果是没有立即的一个生命危险的话，那如果我们消防队员到达现场认为有疑虑的话呢，那应该是要请我们卫福部的人啊，或者是各地医院的人去做现场的判断。那如果我们第一线的警消人员，你要判定异常，这个精神异常，到底用什么样的基准呢？通常如果他们有疑义的话，我想依照精神卫生法及等于说县市各地方的一些等于说横向的那个。的沟通的话，他们可以要求卫生局的人派员或协助啊，有必要的话，当然也可以请医疗机构的人员予以协助，这样子。不是有必要，就是到底这个认定是什么样？是要由我们这个卫福部的人，有专业的人去做判断呢，还是第一线的警察，他是他现场的状况，看这个当事人他的情况去做判断吗？
这要一定的一个规范嘛，不是说有必要，那怎么去界定有没有必要呢？通常跟委员报告，通常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如果有疑虑的话，他们可以随时就是请一些等于说当地的卫生局派人去的都可以。啊、没关系，反正啊、哦，像你现在也没有办法给我说出很应该是怎么做、哦、我希望这个你们在修改这个法规的同时啊，要拟定这个办法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更加的一个周全，特别把你们应该怎么做，那么能够跟就地的医院还有卫生局啊、卫生所哈、哦，包括我们这个警消第一线的都能够做好完全的一个沟通，再来拟定好不好？是的，谢谢。好，谢谢哈，谢谢主席。请段宜康委员。谢谢。主席，各位同仁，我今天暂时啊不邀哪一位这个官员来质询。我跟各位报告我对这个刑法修正案的意见。我首先要对提案的委员表示敬意，因为他们迅速的去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民意。但是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或者比较害怕的部分，也就是在这个社会群情激愤的时候，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其实用了最便利的方式，去解决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不认为在今天台湾这个社会，我们够资格就本来已经有死刑的罪名再去拘限或者限缩检察官的不法官的裁量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力图让法院判决死刑的可能增加这件事情，在背后要有足够的社会制度、政策能力作为支撑。我们必须要诚实的告诉这个社会，或者我们必须要勇敢的，或者要有勇气的，或者要能够光明正大的告诉社会说，我们已经穷尽可能防止它发生。否则，恐怕只是把责任推给法院的判决。我先跟各位讲一个大家可能都还印象很深的例子，就是江国庆。江国庆在1996年9月12号，因为一个小妹妹被奸杀，5岁的女童，她很快的就军法判决，然后就枪决了。1996年9月12号发生的案子，他在1997年8月13日就枪决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都知道他是冤枉的。那一年江国庆21岁，一个服兵役的阿兵哥。再往前推，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还记得另外一个例子，1986年，有一个那个时候叫做吴凤乡，现在叫做阿里山乡的潮族的青年，现在叫做周族，18岁的汤英生，在1986年那一年，我还念大学，我们台湾这个社会还在戒严。他在1986年的年初，经过中介的介绍，他为了这个工作欠了中介3500元，被扣在中介那边。去一个洗衣店工作，工作了9天，他每一天工作的时数是17个钟头，这17个钟头换取的报酬是200元。他想要离开，但是他的身份证被雇主扣留。9天之后，他在酒后跟雇主发生冲突，把雇主夫妻跟一个2岁的小女儿通通杀死。
多么令人发指，因为他的工作觉得自己被克扣了，觉得自己被剥削了。他是一个到都市来谋职的原住民18岁的青年。这个案子1986年1月25号发生，经过司法的判决，在1987年5月15号他被枪决。他在被枪决的时候，他拒绝施打麻药，他说这是他应得之罪，他要承受这个痛。过了2个月之后，台湾宣布解严。他是在那个时候被枪决的最年轻的死刑犯，只有19岁，离案发不过1年多1点的时间，符合社会的期待，希望赶快判死刑，赶快枪决。第一个案例江国庆事后被证明是冤枉，第二个案例汤英生一点都不冤枉。他在案发之后就到警察局去投案，他承认他杀了包括这个2岁的小女儿，就算雇主再怎么剥削他，2岁的小女儿何辜？但是他酒后冲动。但如果只是这样，我们不会看到有这么多。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枪下留人的这一张联署书上面，除了原住民，除了那个时候的一些政治人物之外，我可以念在联署书上联署，希望能够枪下留人，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年在接受极刑之外的重罚后，尚能有一个面对自己的生命去悔悟、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能够在司法革新声中能够宽厚体恤之人，能够消弭民族间的怨恨。这个联署包括胡德夫，包括江春南，就是本会江启臣委员的叔叔，包括王信庆，就是南方朔，包括杨度，包括罗志成，罗志成是后来这个国民党的市长的新闻局长，包括刘克湘，包括杨宪宏，包括玉天聪，包括曾祥朵，包括王小波，包括胡佛，包括萧新煌，包括陈应珍，包括高信江，包括黄春明，包括王真和，包括蒋勋，包括李前朗，包括蚂蚁公。这些人其实不直接是参与政治，但是他们都有同样的社会期望。他们或统或独，或在文化界，或在学术界，或在从事社运工作。但为什么对一个这样，如果用我们现在常常用的名词，叫做惨绝人寰、毫无人性的这个原住民青年，要希望能够枪下留人？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这个命案背后的复杂的社会结构，他们看到这个命案背后原住民族群受到的历史、受到的社会、受到的政治经济的剥削。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对待原住民的态度。那个时候不叫原住民，叫山包，那个时候不叫阿里山乡，叫无缝乡。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小课本还在读一个假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叫做无缝被原住民杀害。那个时候不叫周族，叫潮族。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命案发生的背后，它会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因素。所以这些人站出来要求能够枪下留人，重新去检视那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因素。然后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江国庆命案到现在20年了，汤英生命案到现在30年了，我们这个社会到现在可以勇敢的或者毫无羞愧的，我们这个制度告诉社会或者告诉全世界说，我们有资格能够比现在要施行更严厉的法律吗？我简单的提几个数字。我们台湾在现在每一年精神就诊的人数超过230万人，10%啊，我们的人口10%啊。这里面包括精神分裂，包括情感性的精神病，包括酒精药物成瘾，包括精神官能症，包括人格异常。
我们领到重大伤病的证明，就是这些精神病的，这现在是超过20万张。我们的医疗系统，包括我们现在有的精神卫生法，足以去处理这些问题吗？我除了案发之后把责任推给那个家庭，那我们政府的责任呢？我们修法的责任呢？社区呢？社区呢？在社区发生的，我们现在在社区精神病人的关怀被关怀数大概每一年14万人。但什么叫做社区关怀？就在每一个县市或每一个行政区，大概只有一个人、两个人在负责这个工作，他们的案量是超高案量，然后每一个案大部分都一年之内就结案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力去处理，没有，即便是面对叫做身心障碍的辅导的社工，我们身心障碍没有分障别，没有分障别，他们怎么有能力，怎么有那个能量去处理对社区有可能造成危害的这些重度或者极重度的精神病患？我跟各位报告，重度或者极重度的精神病患是占所有的精神病患，如果我的数字不对的话，卫福部请指正，大概是17%左右。我们的这个社会认真的去处理了这些问题吗？我不知道。所以我面对这个修法案，我有深刻的，我面对我的良心，面对我自己的职责，我不得不提出的质疑是，这个社会非常的愤慨，这个社会希望看到杀人者能够立刻伏法，这个社会希望即便我们不能预防，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最直接或者最符合大部分人心目中的公平正义的标准去处理这个凶手。但是当我们用这样的最直接、最简单、最容易满足大多数人的期待的手段，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这个社会没有提供这些家庭，没有提供在这个发育成长过程里面，有可能是先天，有可能是后天扭曲的这样的一个人格，我们没有对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制度是不是尽到了责任？我们是不是，我拜托各位，在审这个修正案的时候，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都尽到了所有穷尽可能的预防的手段？如果不是，我要请大家从长思考，谢谢。接着请张宏禄委员。不好意思，我想请次长。次长，我想先请问一下，你对这个修正案您的看法是如何？法务部的立场是在法制面已有重叠性，不过因为是委员基于爱护儿童所提的，我们尊重委员的这个审议。你的重叠性是指哪方面？现行刑法第271条，它已经有了规定，死刑、无期一般的杀人了，包含这个杀害幼童，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已经有这个机制。对了，我也知道法令有规定了，而且你杀人本来就是死刑了，我们现在目前的，但是我们现行的制度，因为法官的一个判刑常常变成了无期徒刑，所以造成社会上很大的一个纷扰了。我必须在这边我要跟您说的，我个人是认为啦，如果真的是恶性重大，然后呢没有精神病，没有什么的，或药物的这种的情况之下，其实像这一种人，我们本来就应该求以极刑，然后呢速审速决。我不知道次长您的看法如何？这个也对，不过速审速决中要注意到审判程序的，还有证据。当然，当然那些。那个事实上，我们也要求检察官呢，就检察官的话，我们是要求呢，这个严以侦办，迅速侦办。但我对这个修正，我认为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考量很多的面向啦。
我觉得这个修法，如果说只有单纯的法律这样子的，他就说对于未满十二岁之人犯前条之罪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你这样子的修法，这么笼统、这么概括的修法，你认同吗？这个部分的话，包括271条的那个杀人的话，法官呢要适用57条的。这个量刑的参考标准呢、啊，比如说犯罪的动机啦、犯罪的态度等等这些的考量的、所以针对未满十二岁特别的人来特重特定年龄的人来作为这个被害人的以被害人的这个对象来作为量刑呢，这个在立法立上是我们也提过说得日比较少了哈、没有。除了刚刚段委员讲的那种很多的情况之外了，当然有很多吸毒和什么的，我请问一下。如果这个法律通过的话，如果今天因为一个青少年，他们两个因为打架或其他问题，他失手杀人，如果这个修正案通过的话，他是不是只有死刑一条？那不是，他这个这些修正草案是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如果是失手杀人，他看情形；如果是过失，那是过失致死罪。那就不是属于杀人罪，如果有杀人故意、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的，那才是构成杀人罪啊。但是要看情形。第二个的话呢，那也还有量刑上的问题，就是说刑法57的考量。另外最，如果是属于这个精神障碍的，我们在刑法19条、20条，它有那个这个免除那个这个不罚哈、或是减轻其刑的规定，是有其他配套机制的。最终还有一个59条的帝王条款。就显刊民诉的条款，这个是提供给法官作为裁量的这个依据跟遵循，没有错了哈。是这边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呐，可是很多青少年他如果因为还没成年，有时候因为简单的互殴或怎样，其实你如何证明他是不小心的？对，或是你如何证明他有吸毒比较好证明呐？你如何证明他不小心？他如果喝了酒，你如何证明他不小心？这就是财政上面的需要调查的关系。我觉得财政会有很大的问题啊。像这几天发生的这个我们内湖的这个案子，警察单位还没有真正的完全那个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有可能吸毒或什么的。这不对的。对啊，我就想问说，你这样认为这对吗？不对。他还没有求证，警察可以这样子吗？不对，不可以。啊，对。所以说呢，如果这样通过的话，会不会造成我们担心的很多问题发生？所以各种情况，我们都希望说要尊重法院的审判。将来这个案子还没有起诉了哈。那对法官的审判呢，我们也要给法官审判的空间。那法官会依法来做认识用法量刑。我是这样子请教部长，这个法律的修正案其实看起来蛮有道理的啊，其实社会也很多人支持。那我个人也认为说，对一些恶性重大的应该要这样子做。不过这个法令的修，如果说只有这么样子的简单的通过的话包括刚刚有很多委员讲的，还有我说的这种青少年的斗殴这样子啊，会造成很多的我们想要避免的情况发生。我不知道部长你觉得这种情形会不会，如果通过之后？造成很多的这种问题会发生。有时候我们报告里面提到说，有时候会可能造成情轻法重的情可能发生，所以我们还说要请委员在审议的时候呢，那个一并的考量。好，那我请司法院不是有？其实刚部长有讲，其实法都有定啦，法都有定。但我们法官不，次长你可以先回座，法都有定了，那我们也都知道了。像民国101年12月，我们在台南一个割喉案，在厕所那个，我们的法官根本没有照这个法条来啊，他到目前呢也是把他这个是无期徒刑，褫夺公权。还有104年的6月，北投区文化国小8岁女童被割喉案。到目前也是无期徒刑，判决无期徒刑。当然，这两个都可上诉。你觉得法官的这样子的，刚刚部长讲，还有其他的刑责可以去引用的时候，他不引用，你觉得法官的这样的判决符合社会的期待吗？
跟委员报告，台南那个汤姆熊那个个案应该是已经判决确定了，那北投这个个案应该还在上诉。那对于上诉中的个案，司法院不方便表示意见，但是应该法官都在判决书里面详细的交代了他的量刑的理由。那另外跟委员报告，大家目前在案件发生之后，其实会看到的都是犯罪行为跟犯罪的结果啊，这个表象上都是非常的严重。但是这个案件如果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之后，法官在审理过程当中，依我个人的经验，法官看到的就是一个审判的犯罪行为人啊。那这个人在法官的面前其实会呈现各种的样貌，那我相信考虑的事情就会非常的多。当这个法官审理的结果认为啊，他在这个犯罪行为的一生啊，对他来讲，好像有什么样的一个的事实，让他发生了一点怜悯的心情。那另外，没有又考量到犯罪行为的结果啊，对于社会来讲是真的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这时候我想法官是非常的烦恼的。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但我们从判例上来看呐、啊，我们现在的法官根本就很少做出正啊符合社会期待的判决啦。当然，法官他有考量很多，但是呢，被害人的人权我们也是要兼顾，所以今天社会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我认为也是从这边啊出来的。是，我想请教一下，你记不记得？你知不知道司法院我们曾经有办理过妨碍性自主犯罪量刑分析研究小组，有这个，你知不知道？是，知道。那这个还有没有继续？有，我们司法院一直在持续进行关于量刑的各项因子的建制，让法官能够作为量刑。那死刑的部分有吗？死刑的部分，杀人罪的部分也有。啊？杀人罪的部分也有。也有。是。那你可以把这个资料给我哈。会后我们会提供给委员。我跟你讲，很多很多的今天社会哈、啊、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跟你讲，每个人也都会有恐惧啊，然后每个当父母的人也会有恐惧。那我个人我还是强调，对于一些恶性的人，我们必须哦采取比较强烈的手段。但是呢，如果说单单就这一次的这一个啊法条的修正，我个人比较倾向啊其他保守的态度，因为有很多的面向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哦。这个我们必须要考量刚刚很多的，比如说吸毒或是精神病患的问题。但是吸毒的问题，像我也办过公听会，很多的老师、很多的学校、老师、家长都希望我们把很多的二级毒的啊三级毒品的那个范围可以赶快把它变成二级，但是呢，社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其实我认为这个死刑的啊，要不要更严苛？其实要从很多的面向来处理，包括这个社会的啊，我们对精神病患的照顾，然后啊，对吸毒的有没有严加的去严格管制？我觉得都要。所以呢啊，你赞不赞同？就是说，我们的司法单位，我们法官在判。其实呢，被害人的人权也要去相当的兼顾。我非常认同委员的意见。好，好，谢谢。等一下哈，那个段宜康委员，段昭伟，可以不可以帮我主持一下？好，我知道。好。你不是，你帮我组织一下，我要上个洗手间，对不起。好，请。还没到，不好意思，好，王惠美委员了哈，好，请发言。好，主席，有请我们次长。好，请陈次长。次长。我刚刚给你看的照片，你认识他吗？应该是郑杰吧。郑杰没有错嘛，哈。这个郑杰的照片现在在网络上不断的狂传。那我们姑且不论为什么，郑杰在你们监狱里面的照片会被传出来，但是一定是很多人，一定是你内底人看了就不爽的。所以才会让这个照片曝光。
那我想这跟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主题也是很有关系哦。我记得在上一届我们王浩事件完了之后，我们也曾经有一度的修法，当时法务部你们的立场，你们认为说我们的法条原本法官就可以判死刑或无期徒刑，所以不用修法。可是偏偏法官有无期徒刑、死刑，他就是不判呐、啊，导致一连串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的这个随机杀人，我们的这个针对十二岁以下的幼童被杀事件不断的产生，造成最近的这个悲剧出来哦。那我想。另外在那次修法的过程中，你们自己也有提到未来你们也要提出所谓的虐童的一个修法，这是你们自己法务部的新闻稿，那到现在已经经过100年的12月16号到现在，我不知道对于虐童我们法务部有什么积极作为没有？我们请回答。修法案里面加了没有？我们是送到我们有一个刑法修正、刑法分则的修正小组了，那也送给他们的，跟包括学界的研究。目前正式的条文还没出来，所以从一百年的12月16号，你们自己回答委员会之后，自己又开的一个这个新闻稿，你们自己写的新闻稿，到现在经过了将四年多的时间，虐童的事件还没有出来，是不是？因为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要积极啊，部长，哎，次长，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看到这些宝贝，这些是完全没有防卫能力的人啊，我们情何以堪啊，又让了多少的家庭破碎，又让了多少人对这个社会越来越不相信啊。我们93年虐童事件有7837件，到了101年统计出来有19000多件，而这些虐童事件里面又有70%啊是在家里面被虐待而死的、啊、对不对？那你这个部分你们一直用妇人之仁啊，你们时间一直拖一直拖，然后我们就看着那个幼小的生命一条一条一条不断的被枉死啊。次长说一下你的看法吧。对于儿童要保护了，那对于那个凌虐儿童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确实法务部的立场是希望能够加以从严，但是因为它的太阳比较多，所以呢，在我们的行修小组里面呢，也委员包括学界的哈，还有实务界的，对这方面的太阳认为说你比较不容易厘清，还是要斟酌。也就是刚才有几位委员指教的说，很多地方可能需要整体性的考量。好，所以面对在这一次的过程中啊。我们这个那个警政署，我们那个准总统蔡英文啊，他有说啊要参与，哎，警政署今天有没有来？有。他有说要参与英国跟香港的这个辅助警察、啊，那你对这个看法有什么看法？在台湾，我们的辅助警察制度到底可行性如何？会不会增加更多的社会问题？请回答。这个跟委员报告。因为我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服务过，那高雄市政府就引用到辅警这个制度，那这个辅警事实上对我们在警力不足的时候，对我们的治安是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未来还是会朝向这个方向。是，那你训练要够哦，你这些人的 EQ 各方面你要训练够哦，不然在国外他是可以配枪的哦。配枪的状况，如果他自己的情绪没有经过警察的受训的那个严谨的过程中，是会搞不好会出状况的。希望你们严谨的去考虑，好不好？再来，日本呢，他呢已经有到那种杀人快感成瘾的这种杀人犯出现了。我们未来如何来因应？如果台湾也有的话，再来，我们现在杀人武器现在还只是刀而已哦。如果哪一天有所谓的枪械，因为毕竟台湾现在黑枪要拿也不是很难的事情，你们如何防范？请回答。对于这些精神有问题的部分呢、啊，我们警察会
也会结合这个整个社区来清查。你讲废话嘛？如果你们有结合了整个社区，今天还会有这些事情啊？那我们会针对我们的住案顾虑人口，再加油了，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啦，哈，我也不为难你啦，但是还是要有方案出来。最后，次长，我再请教一下，这个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照片里面，他讲到啊，墙外啊，他们是杀人、放火、强奸、强盗，罪大恶极啊。进来到你们的法务部里面所辖的监狱里面啊，墙内啊，他变得就是弱势。需要有这些人权团体来给他关怀啊，次长，有什么看法啦？不，关怀归关怀啦，人权那个人权兼那个受刑收容人的人权，我们要顾虑到。不过他说现在在里面吃好啊，而且呢，假贺各位倒修补啊，撸龟撸送啊，没了，免医疗啊，免费医疗，免费看志工团体在演唱会啊，免费食宿啊，用不爽还可以申诉啊，不会。我希望哦，我们在讲究人权的过程中哦，还是要考虑这些被害人的一个这个心理的好不好？谢谢。OK。接着请蔡逸瑜委员。我们请卫福部副司长。请副司长。张副司长你好。好，那发生了大家都很遗憾的这样一个随机杀人的一个事件，我想要请教卫福部，就是说，因为如同，刑法的教授李茂生讲的，台湾随机杀人的状况，会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多，而且它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最主要是有一种模仿的一个效果。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请教副司长，现在我们卫福部针对这一些犯罪者，随机杀人的犯罪者，他们的心理的一个研判。因为台湾已经不是第一件了，但这八年来已经有高达七件的随机杀人。那针对这些状况，我们卫福部有做怎样的一个研究吗？谢谢委员的指教，就是诚如刚刚委员所说的，针对这些所谓的杀人的个案，他们的心理的话，其实他们的样态非常多。大概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就委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中正大学。不要中正大学，中山大学一个有关犯罪的专家学者，他针对各类型的然后做一个研究，然后今年几月委托？今年可能年初，现在才三月嘛。现在三月。对。那我会觉得这样，我会比较遗憾呐，因为政捷的事件，政捷已经这么闹这么大了，应该当时候就应该要研究了，到今年才研究，我认为说有时预防是胜于治疗，所以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光是在看随机杀人的时候，基本上在日本，在日本是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研究报告。当然，日本的研究报告跟我们国内是未必会完全相符，但是他就这个研究中，他就所谓日本有发生了51件随机杀人的，其中没有婚姻的高达82%。没有朋友的，但这个朋友到底是什么？他有定义，叫做没有朋友，人际关系淡薄，人际关系普通，人际关系亲密不详。他其中他定义叫做没有朋友的高达53.8%。那就就业状况呢？他有把它分为三个太阳，一个叫做正式的职员，一个叫做派遣的员工，那一种是无职业。那会发生随机杀人的，在正职员工有7.7%。派遣员工有11.5%，无职业的高达71.2%。就收入状况，没有收入的，发生随机杀人的高达59.6%。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中，他定义出来的说，这种随机杀人魔，他在没有朋友，加上没有工作，加上低收入户，就是高风险的一个族群。虽然未必日本的研究报告跟台湾是一致的，
但是呢，也可以看出说，我们未来在做整个社区里面这个有高危险、带有攻击性人格的，可能是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国内也应该要有相当的研究，因为我们国内已经发生了好几件了。哦，那一直到了说今年才要研究，那我认为说在效率上是慢了一点，而且不只是研究，我们还要针对这研究结果，要赶快要去做我们怎样的一个好、哦、一个预防嘛。不然的话，现在你要怎么告诉台湾的人民，我走在路上是安全的吗？好、哦，我的安全的一个距离是多少？我跟陌生人应该要保持多少的一个间距，我才不会受到他攻击？哦，所以我认为这部分很重要。哦，所以我们希望卫福部要在，哦，要真的要哦绷紧螺丝啦。哦，第二个我要再问卫福部，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没有一套机制，就是我们对于加害者，我们不可以媒体上不断的在播放加害者。我比方说郑捷，刚刚王委员也有说，哎、欸，拿出一个照片嘛，说，哎、欸，为什么郑捷在监狱里面，哦，打什么？打羽球，打羽毛球，啊，吃的白白胖胖的画面，可以完全被揭露出来。那如果揭露出来，有可能是法务部的疏失。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说，在揭露出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难道我们卫福部没办法进一步的去跟这些犯罪的被害者的一个家属去告诉他们说，哎、欸，因为现在播出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对这个被害者的家属，是不是他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是说我们应该跨部会请 NCC 叫这些电视台的媒体不要再播出加害者的画面？我认为卫福部应该可以这样做吧。谢谢委员的指教。针对刚刚委员所提到的所谓的被害者的家属的一个心理抚慰的话，事实上在这点的话，只要事件一开始的话，我们比如说他如果是发生在台北市的话，我们台北市心理卫生中心，我们自然就会一定会派人去予以关怀跟抚慰，这是势必的，这是我们基本的 SOP， 应该是这样子。那抚慰是关怀抚慰是抚慰到什么时候？就是得给他的补偿金，那他的关怀抚慰也就到此为主就结束了，哦、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我们这个我们就是说我们会有一定的基本的一些SOP 的流程，然后会定期的去关心他这样子。嘿，就我所知啦，嘿，因为在政捷案有四个被害者的、哦、家属，其中一个是我们在我们嘉义、哦、一个在我们嘉义。就我所知，当郑捷他在媒体上的画面又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我认为被害者的家属是不想再看到这样的新闻，他们会不想，但是也没有任何人去制止媒体再播出这样的一个哦，一个新闻。我认为这部分卫福部可以有所作为，多站在被害者的同理心去思考这一件事情。包括未来还是有很多啊，我们今天发生了这一件这个小灯泡的一个状况，他的妈妈很坚强，但是如果未来这个王景玉在监狱中，哦，他的一举一动，他又被大家把他有一点英雄化的做这样媒体的一个播出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制止吗？是的，就是谢谢委员的指教。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的话，或许未来事后我们可以跟 NCC 或是法务部再来一起研商一下，看看要怎么样处置。研商一下嘛，对，请法务部长针对这个问题也是不是说明一下？喂，好，这个部分的话，在事情发生的当天下午，我们是。换保协会士林分会的志工哈，已经到了去。昨天我跟台高检王检察长，也就是兼换保总会的董事长王天胜啊，还有那个我们保护司游司长也去那个跟家属哈来做一点。跟家属是跟就是那个小灯泡的妈妈。小灯泡的妈妈，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也告诉他，在这个节骨眼下，对，很社会是很多人在。在关心，对，没错。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基本上，我认为法务部应该要做的。我们已经有，并不是说已经事情发生了，是我们应该要再去思考，
要去怎么预防类似的状况会发生。对，如果法务部你认为说从郑捷到王景玉经过媒体的报道有可能会有很多模仿的，包括那一天在北捷一个人对警察攻击，理由只是他讨厌警察，他是不是因为模仿了王景玉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代表这样的一个媒体的播出是不恰当的。对，是委员这个意见的话，我们回去我们法务部再立即发函给这个基于犯罪被害人保护的话，我们继续会立即发函给 NCC 的，要慎重审那个。这个一定要处理的。那昨天哈，我们也告诉家属了哈，需要心理师怎么样的辅导的话，我们愿意，我们会主动的，而且经费由我们台高检来处理。这一点我顺便报告。报告次长哈，我不希望只是说因为发生了状况，社会在关注中，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是相对是比较关心的。等到事情平淡了，结果又准鬼醉无魂。啊，不对，唔对啦，安尼唔对嘿。哦，我在政捷案我看到的是这样。哦，因为后来政捷又被播出了，哇，播出他拿着网球，大家说，哦，变壮了，还变白了。哦，啊，结果这样的一个画面播出，他给大家的感觉是怎样？感觉就是，哎，好像他变成英雄了，怎么会这样？对，法务部是要马上制止。那个部分的那个后面我了解的，那个是从媒体哈，因为台北看守所现在周围都比较高楼了，从上面照下来。那我知道那是媒体拍到的一个画面，但是我认为说他不应该再持续的一个播出。对的，对啊。他第一时间被载出后，是不是马上就要跳起来跟 NCC 要表示？这样的画面不应该播出了。对方对被害的家属而言，他是二次伤害，要马上停止播出这样的画面。好，以后这一部分我们会慎重。市长，这个很重要。应该好，希望好，希望检讨一下，谢谢。请周承秀霞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有请法务部陈次长。你好，次长好。次长，这个针对目前哦，当今我们最严重的事情就是这个女童被杀的案件哈。嗯，我们法务部主管机关啊，对于这个刑法相关这些法令规定啊，还有法律面来看呐，哈，这样是不是已经足够可以解决这一些随机杀人或者杀童的问题？这个目前的相关法律就法律来讲的话呢，没办法做到百分之百，因为突法不足以自行的。那如果说从刑事侦办的观点来看的话呢，现行法已经有刑法第271条有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也可以在就责方面也有从重的规定的。那我们也要求检察官从严从速来办侦办。好，那到目前为止，针对这一些精神病患的这一些所发生的刑案，我们法务部是不是有统计过呢？精神病我们找过呢，当时没有做细致的统计。那但是有一些资料，我们可以事后可以提供给委员了。但是呢，精神病患呢，他造成的杀的那个犯罪的动机这一方面，事实上卫福部了，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些研究。但是整体性是不是对于防治犯罪？有绝对面的话呢，恐怕还在做统合。行政院也要求内政部、法务部呢，跟卫福部呢，在这方面来做一番努力。这个应该要做一个详细的统计才对，要阿伯安尼是真危险的代志。是，哎对。每年有发生几件这個？啊？每年有发生几件？这个精神病患。哦，就我现在手边没有资料呢。都没有资料。哎对。那后续有没有再做追踪啊？会，以后我们对这方面会，我们检察师会跟我们的监所会特别来做最终做。以后吗？以后才做吗？不是，因为过去资料不全了，不是没有了，有
但是 不是很周全。那这一部分的话呢，如果在没有入监以前的资料是就前门了哈，没有入监，没有入到我们这里刑案的地步的话呢，恐怕是社区防卫，也就是说所谓的一级一防、二级一防的话，卫福部、内政部等等相关机关呢，也要有一些统，所以就要有统合，行政院希望我们统合。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还是有疏失的吧？也还是有空，还是有空间，要改进的空间的。所以希望加强，好不好？是是，好。好那目前这一些毒品犯了，关在监狱内底有偌济人，你知无？我有个资料哈，多少？104年在监的统计，一共有27007人。104年，去年的。啊，因为食毒产生幻觉，幻觉来害人家嘞。没有这样的统计，没有特别，因为这种案件不是那么多了，就是因为吸毒以后就杀人的，并不是占其中。这边大部分都是在纯粹吸毒。那吸毒的话，我们他是因为自己残害自己的部分人比较多，造成这个刑案的，并不是那么绝对性啊。不过对这个部分吼，咱应该拢爱来做一个。有这个我们在防疫中，我们也跟警察大学啊。还有中文大学跟台北大学的犯罪预防系所有合作，这个真的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呐、很重要的事项。所以，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社会上会有这么多的这个重大案件会发生，这个都是有原因的。这个我们有提认到有。还有这个查办毒品呢、我们法务部有没有什么？积极的作为，在短时间以内可以让我们百姓啊能够安心的办法。这个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呢，因为毒品犯哈，他有时候是隐藏性的，那所以不是只有把人抓来关也好。所以目前我们的毒品政策的话呢，是把一犯二犯当作病人来看，但是病人来看，在我们的戒治场所，就观察乐戒强制戒治场所呢，我们这个需要身心啊，所以需要心理师、社工师。来辅助，那我们这一方面的专业人员少，我们不是把人关起来就好了。所以刚才我也提到说，我们也这一方面也跟卫福部呢来合作，希望卫福部能够提供更多的医师、心理师、社会师、社工师的资源来协助，希望能够让他们真正的矫治，而不是把人关起来就好。这吼相关单位当然拢总爱合作来做啦吼，要统合啦。这个部分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把它追查啦，吼，这个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吼，迄食毒的吼，时间吼神志不清吼，伊会害外口的人，嘛会害来厝内底的人，伊嘛会放火烧厝吼，一放火烧厝嘛，拢得引起厝边隔壁拢同款吼受灾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社会吼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希望。我们法务部还有相关单位要多费一点心在这个方面来多加强一下。行政院也要求我们做一个反毒总动员这个的方案、也就结合各部会。那现在我们在努力的推动中了，但是我们需要成效成果能够比较快速的呈现一点。那我们卫福部在订这个精神卫生法的时候，法务部有没有参与呢？是他们的主政机关，我们是在法制面，他们邀请我们去的话，我们会参加。所以你们没有邀请，所以你们也没去的。这个部分的话，要卫福部会处理，就是卫福部的主政法案。那其中他有规定一项就是强制治疗了哈，或者是强制住院，你对这个看法，你有什么看法？我们觉得是有必要的。今天卫福部也有代表在，可以请教他。那个就是说，我们到。检察机关跟法院的话呢，是它是有刑案的部分，我们介入。一般精神病患呢，在外面的话是精神医疗、精神卫生法，那这部分我们是不是卫福部来做说明一下啊？好，那请卫福部。委员好，就是有关精神病患的强制的话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强制住院，一种是强制社区治疗。一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就是强制住院，他必须要经由至少要有两个专科医师来判断，而且符合那种算是应该严重的病人，好有精神科医师来判断。那当然如果判断以后觉得是的话，那还要必须要开一个
算是审查会，审查会的里头的话，就有各方大概有七个人左右，那会有各方面的代表，除了医事人员啊、法律啊、社工啊、心理师等等，然后必须要有七个，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而且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的话，才可以把他收来变成强制住院这样子。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方面这样子做应该是很 OK 的吗？目前这个是大概是民国九七年修法的，对。哦，好，谢谢你。好，谢谢。那次长，我再请问一个问题：一般我们法官呐、啊，判一个人不死的原因，判一个杀人犯不死的原因，他常常的用的理由是有教化可能。有教化可能，那个是其中理由之一啦，应该不是绝对的。那因为他要看个情况，五十七条，我们今天司法院副院长在，今天司法院我们。因为这个是归司法院主政的。那个刑事厅邱副厅长。邱副厅长。请问在法律上的这个思想体系，它到底有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呢？跟委员报告，那关于是否量处死刑以教化可能性为审酌的标准，这个是最高法院他所做的。裁判的先例，那至于说是不是一个定件，因为这还都不是判例，所以也不是一个定件。那跟委员报告。如你看了、当人民发现杀人可以免死的这个时候了哈、就会出现什么问题？不怕杀死人，会不会有这个可能？跟委员报告了啊，就是说据我所知，杀人也不一定是判死刑。那至于说杀人不判死刑，跟将来会不会因此而再造成杀人的结果，那我想这应该让实证来研究。但是就如我刚刚所讲的，身为一个法官，我觉得当各位在看到犯罪事件发生的时候，各位看到的就是犯罪行为跟犯罪结果，那通常都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当这个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之后，法官在法庭上看到的就是被告的一个人，也许他看到的是被告的一个人生。那这个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也许他发现了什么一些可以让他足以让他觉得稍微有点同情心出现的地方，那这时候再去跟被害人受害的结果以及这个犯罪情节重大的中间去衡量的话，也许法官才能够做出一个裁判的量刑的一个决定。这对法官来讲，以我个人的经验，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让他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法律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你知道吗？是。那也跟委员报告，那司法院目前在推动人民参与审判的立法，那就是说让人民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程序，也许法官能够在这个程序当中看到人民对这个案件的想法，是不是法官之前在没有人民参与的时候他忽略了人民的感情。那另外让人民也进来这个程序的话，人民也可以感受到在整法官在整个审理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也许会发现，也许当时以前法官在独任的时候，那他考量的东西也许会不一样。那作为这样的一个制度上的交流，我觉得也许法官跟人民之间的法律情感会比较接近。好，谢谢你。我希望这样啦吼，我们的安全网吼，我觉得是不是破了还是没有建立哈？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可以跨部会哈来定出一个好的办法哦，这样我觉得可以让人民免于恐惧，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好不好？好，行政有这种要求了。前两天的治安汇报，张院长有这样要求。好，谢谢次长，好，谢谢两位。OK， 好，谢谢，请顾立雄委员。好，主席，各位同仁。是不是请法务部陈次长？请陈次长。次长，就这个这一次要进行的这个修法哦，法务部提出了两份意见报告，应该一份吧？因为我在之前拿到了一份。报告、之前那个是哈，最早后来又拿到一份，这两份的报告，你们的意见有不同吗？没有不同啊，之前那个是比较简短性的，但是委员提案呢，要法务部主管部会的哈，不是只有法务部，要法务部做回应的，我们只是初步提一些资料，认为说有重叠性，那
这一次只有加了一段说，对于委员问政的这个立法行政空间，我们予以尊重，最主要是强调这个部分。那就法务部的立场，对于这一次委员的提案修法，法务部的立场到底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我们是尊重委员的提案。我知道你们会尊重我们委员的提案，我还是再问你一遍，法务部的立场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我们不能说赞成不赞成啦，因为这个立法上很难讲啦，因为起码270如何难讲啊？你要说一下法务部。法务部一直以来对于这一个不管委员提案或者是其他机关的提案，都会有一些表示意见的一个嘛，一个空间嘛。那对你们法务部的立场来讲，从你们法务部立场来讲，你不论最后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就你们立场来讲，你们对这一次修法，你们的意见到底是怎么样？就法治面来讲的话呢，是不需要重叠的，法治面的，啊。但是如果说对于犯罪防治或是儿童保护呢，有需要特别保护的部分的话呢，那参考刑法272条的这种立法例，有它存在的立法研究的空间。市长，我是听不懂你的意思了哈。你的意思是说，法治面你们认为不需要？对，法治面认为不需要。对，那法治面以外，还有什么考量？就是说。有些虽然我们很多特别法，很多的规定都是比这个刑法还超脱的。那在刑法里面呢？市长，你讲慢一点，我没听到。就是说法治面的现行杀人罪已经有 cover 这个部分嘛？杀人罪已经有这个部分照顾到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规定了，不需要再重复立法了。有重复对了，是。那除了这个法治面的考量不需要重复立法之外。那你认为还需要考量什么？那如果说对于儿童，就是立法理由里面所提的说，对于儿童呢需要做特别的保护，所以呢对于他的犯罪，那我再请教你，就这样这个立法到底有没有对儿童达到特别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有不同意见，有的意见认为说这样会有吓阻作用，但是呢实证面我们不敢讲。您。我们也不是在问不同的学者嘛，您就作为一个刑法修正的主管家，您是刑法修正的主管机关嘛，对不对？你刚刚说法治面是重复了，不需要了。对。那我现在在问你，你说为了要保护这个幼童嘛，对不对？那我现在问你，这样子的一个修法是不是能够保护到幼童嘛？不截然啦。不截然。那不截。不是你说不截然啊？有的是，有的不截然，这句是个国语嘛？不当然是嘛？不当然是，不竟然是啊？不竟然呐、不竟然，对了，那不竟然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嘛。您又不是学者，你不要这个我一直在那边绕圈圈，好不好？我就是问您嘛，您作为一个法务部的一个刑法修正的主管机关，您到底认不认为有办法达到保护幼童的这一个目的嘛？不当然保护嘛，因为当时在不当然的理由是什么？你们讲一下。我们刑法修正里面说，这种所谓的严刑峻法，是不是就是可以保护被害客体？那有不同这个学界，这我们的委员呐、有很多不同看法，所以我。法务部的这一方面，当时您一直拉到学界啊，什么我不晓委员，我们有一个小组、委员，我现在问你嘛，您作为一个您今天部长没有来，你就代表法务部啦、因为在法务部里面没有通过这一方面的修法嘛，我只能说代表法务部来讲呢，法务部原先考量过，但是呢认为说当时不必要修法。好，您最后的结论是认为法务部的立场是认为不必要修法，那我再问你。就你法务部主管的立场，如果我们今天通过了这样的法令，能不能达到防止像这样子杀害幼童的事件再次发生？这个需要实证上的这个去研究，要需要实证。需要什么样的实证呢、就是要假如这样的话，法院怎么判？法院是不是这样判？判的是不是？我现在不是在管法院怎么判，我现在是在问你修法，我也不是在管法院怎么判。我现在是问你说，我们这一次如果说就修法了，按照这一次相关的国民党委员的提案，我们就修法了，我们是不是能够再次的防止这样子的事件再次的发生？这个法部没办法有把握啊，没有办法有把握。对，那你认为这一次的修法，跟防止这个幼童？杀害幼童事件再次发生，到底有没有关联性？有部分关联性。怎么样的关联性？因为有些
在某些状况之下的话呢，是有吓阻作用，但是它的比例能够达到多少比例，我们现在没有实证研究。您这样讲，那我们再回到你前面讲的，你不是说法治面认为不需要吗？因为重叠，认为不必要重叠嘛？重叠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本来就可以判死刑、无期徒刑嘛。对了，那您这样子讲的，您又说从法治面来讲，这是重叠的，没有必要的。如果有发生这样类似的事件，现有的法律本来就可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了。对不对？所以没有必要。那你又说定了这个法就有某种程度的吓阻效果？这个我是支持鲁顿啦，我不是听得很懂您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一部分的民众、啊、或是一部分的意见认为说，因为还有有期徒刑的空间，法院不会判死刑、无期徒刑，所以有侥幸的心理。这一部分的话呢，还是要做实证研究来才能够做判断的。我觉得您在跟我玩圈圈绕圈圈的游戏了哈。您一方面是说现有的这个杀人罪已经可以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相关规定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样部分是重复立法。那我看到你们的报告里面又提到说，实务上曾经发生重度忧郁症的母亲贫病交迫、身心受创，杀害一离重病的智龄子女的案例。若以死刑及无期徒刑的法定刑限缩，法官依具体个案情节量刑的裁量权，是否妥适移请司法院表示意见啊？那你们是把它推给司法院表示意见了、啊？你们的意见呢？到底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啊，进一步的去压缩了这一个在个案裁量上法官依具体个案情节量处的一个裁量的空间？因为法官的审判决量刑，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所以呢，他必须要斟酌各方面，包括犯罪动机等等，所以57条列举很多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如果只定了两个死刑或无期徒刑的二选一，那对于这个自由刑的部分把它拿掉，那是不是当然的？如委员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对于犯罪防治就有必然的关系？这个呢是有待考量，所以我们才说。因为有人是指摘法官不判，所以那我再问您哈，那您刚刚有提到说有某种程度的吓阻效果，那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今天通过了这一个杀害幼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规定，就比较有吓阻的效果吗？有可能性，但是不是必然性，这个我没办法说，没办法告诉。报告市长啊，我现在跟您报告啊，我只能跟说跟您报告了，您不要跟我在那边就着我这个质询，你一直在这个绕着圈圈，然后讲这种，您刚刚又讲什么？有可能，但不必然，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当然的就有吓阻，我这个人如果从犯罪学的观点呢，不是说严刑峻法就当然有吓阻了，但是呢，是不是有一部分的人会因为这样而怕而不敢犯罪？市长，我再问你一下，现行行政院的治安汇报啊，再从一个社会安全网的架构上来看啊，来试图检讨跟遏阻这样的类似事件的发生，现行的行政院的治安汇报有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功能啊？是行政治安汇报没办法当中，它是一个统合性、综合性的，它统合性而已，它没办法直接由治安汇报来处理。那您有没有一个？那您有没有一个比较进一步的想法？如果现行的治安汇报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话，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呢？很明显的，像这样的情况是涉及到跨部会嘛，对不对？对，没错。因为本案有涉及到毒品。对，也是吸用的问题，对，可能也要涉及到这个精神障碍者的一个照顾啊、医疗的问题，还有家庭支持系统的一个给予的问题嘛，对，对不对？对，那家庭支持系统欠缺的时候，社会啊、的社工人员如何进入的问题嘛，对，没错。那这样的话，你有什么看法？现在行政院是要求这几个部会呢，就是法务部啦，内政部、卫福部。甚至还有学校是教育部等等呢，那在近期内呢，能够提出一个比较妥善的话，短中长期的方案。那我们那这样的一个短中长期的方案，您认为既然是跨部会整合，那现行的治安汇报又不足以达到你讲的这个目的跟功能，那这样子在行政院底下到底要如何进行跨部会的整合？从法务部主管犯罪哈、这种所谓的侦查哈、的一个或者一个防治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法务部只针对犯罪
这一方面来做没有错啦，但是没有犯罪之前的这一些有精神疾病的人要怎么处理，那就涉及到社区防卫啊，社区防厨艺这一部分的话呢，那就卫福部、内政部会走，所以治安汇报那我刚刚已经讲了，因为你是跨部会嘛，对不对？跨部会，那你要进行整合嘛，那你又说治安汇报不足以达到这样的功能嘛？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有效的方法来达到跨部会整合的目的？治安汇报有要求的，我们要在一定时间内要做出来。那这一部分的话呢，内政部也有在做主导，我们会要部各部会要来配合处理的，不是只有单一部会的，不是说治安会没有功能，它有统合的功能的。我相信了哈，我相信国家哈，除了在这个讨论要不要修这个法之外哈，国家应该要比每一个个人要更多做一些事情了。对，没错了。哈，没错。如果说单纯的认为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就会太平了。我想这是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相信法务部应该也没有这个意思。对。那我认为这个又涉及到跨部位整合来整个做一个社会预防的问题，犯罪预防的问题。对，没错。因为你要把犯罪发生的因子给它消弭，才有办法达到犯罪预防的效果。对，没错。所以我想相信在这一个在这方面呢、啊，不是单纯的我们今天讨论要不要通过所谓的刑法77条或272条之一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而已。那在这一点上面，我希望，好、哦，我希望。法务部作为一个主管刑法修正的机关呐、啊，要更清楚的明白昭示我们的国人，哈、哦，这样子的一个修法，其实是无助于防止我们类似的案件的可能的再度发生。这一件事情一定要大家讲清楚，哈、哦，不要到时候说，我们立法院急于怎么样通过这样的法律，那我们的社会就因此就天下太平了。我想绝对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一点你应该也同意吧？我常常讲说不，土法不足以自行嘛。哦，是。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周春米委员。主席，我们委员同仁还有列席的代表，大家好，还是有请那个法务部陈次长。陈次长。次长好，那我想还是接续请教，就是今天有关这个修法议题的一个内容，是，就是法务部对于这个徐志荣委员的提案嘛，哈，除了刚刚这个顾委员有提到，大概两就是杀害儿童的话，要不要只处到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另外，徐委员的提案他还有提到说，关于这个犯罪的话，如果是判处无期徒刑。那假释的规定是不适用之的。那法务部有提出你的意见，那请陈部长、陈次长在这边再做详细的说明。对于判处无期徒刑就不得假释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认为是有这个违反人权之余的，啊，是有人为，因为欧洲人权法院也跟欧洲人权公约第六条就有讲到酷刑，欧洲人权法院更明白的解释说。这个无期徒刑不得假释的规定的话呢，是形同对于受刑人的酷刑，有这样的见解，在国际人权的观念上有这个见解。这一点我们也认为有道理。我举例来讲，去年2月11号，我们高雄监狱所发生的这个暴动事件，其中有六位自杀死亡的，其中有一位呢，是因为现行的三证条款就是不得假释，他必须要服刑46年不得假释。他认为我没有明天，所以就有这种状况。这个是一种实证上哈、哦，可以做参考了。46年不得假释是？他因为三犯，实际的关三犯的问题。三犯了，现行法就有了三犯了。三犯不得假释。那我们现行的法令有规定说无期哪一个条文哪一个法律有规定说他判处无期徒刑然后不得假释的？没有。其他的相关法规？其他没有，没有。所以法务部对这个意见，对这个修案的这个意见是不赞同的。对，对于不得假释，嘿，对于单一的就不得假释的部分的话，我们是认为说，而且对于国际人权的方面呢，会有违背，我们恐怕，我们才认为是不宜。那你不现在社会就觉得说，不管是司法院或者是法务部，或者是大家都太重视被告的人权了吗？不，对，我们现在。被告人权要保护，但是对于
被害人人权也要保护，也这也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思维。好，那我再请教哈，我现在来讨论一下那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嘛哈，也是很沉重了哈。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是1992年修正颁定嘛，到现在施行运作大概也大概将近13年的时间。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使用毒品，他第一次犯罪，我们第一次被查获，那就是送这个观察乐戒。对，是。那不晓得法务部有没有去做统计，就是说他观察乐戒2个月之后，当然是不起诉处分嘛。那观察乐戒后再犯的这个比例是多少？我们有统计，我现在手边没有资料，嘿。再犯的话就是要叫强制戒制啊，再犯就强制戒制，也是要起诉判刑的嘛。第三次才起诉判刑，第二次还是戒制，是强制戒制。第三次才起诉判刑，对，嘿，对。那所以法务部是现在手上没有资料说一犯、二犯、再犯，就一犯之后这个观察乐戒或者是戒制处分之后，他有没有获得改善，这个比例是多少？获得改善的情形是多少？这个资料我在事后会后再提供给委员的哈。那不是100%的进阶啦，没有那么高，比例没有那么高。所以你现在也没有一个粗略的数字。对。那可以请问次长，认为说这个毒品犯罪至少在适用毒品犯罪这个比例或者趋势上有改善吗？在各部会的努力之下，或者我们这个防治条例的制定之下，这个适用毒品犯罪有改善吗？随着时间的时代的这个转变呢，事实上改善幅度并不大。我们现在在监执行力大概有40%几是毒品犯，对，毒品犯的在监力跟这个犯罪率很高，都高居第一名、第三名。第一名、第三名，就是包括整个毒品犯罪，包括制造、贩卖、运输，还有施用。对，是的，嘿，大部分吸食的很多，吸食很多。对，我这边有一个资料，就是。监察院之前也有提过纠正案了哈，我想不管是从这次的不幸的事件，或者是整个社会媒体，或者是相关单位在研究在讨论的，其实大家对台湾现在毒品的问题，大家应该是有一个共识，这个毒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好，那从这个在监这个那个受刑人的比例来看，刚部长也次长也讲了嘛，将近会要40几的这个比例嘛。那现在我们就是来讨论说，到底法务部在这个部分，你们的责任就是观察乐戒，就是强制戒制。那事实上就是老实讲白一点，也许我们的想象了，就是把人关进去2个月，那可能有给他再做一些尿液的筛检，或者一些心理辅导师什么。那2个月出来，当然他因为自动汰换身体的一些排泄，可能就验说哎、比较降低，所以他就可以出来了。那除此之外，这2个月就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状况这些情形之外，法务部矫正署或者是保护室在这部分是做了哪些更具体的，你认为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的情况？事实上现阶段把这个吸，我从吸毒者来看的哈，吸毒者只有关进去到矫正机构来的话呢，事实上是没有效果的啦，因为他还是有一天会出来嘛。出来以后呢，他有一些同侪又再聚在一起，这不对的。所以呢，前端在我们的这个监所里面的话呢，围墙内，我们当然是让他要做制造成一个无毒的社会的，在围墙内。那目前我们是用身心治疗的方式来处理，不是只有关在里面。一方面呢，培养他能够将来而后能够就业的机会。那围墙外，就是他出监以后的围墙外的话呢，我们现在法务部有定一个叫做“有我无毒，反毒总动员”的政策，报给行政院核定，要各部会来合作。那现在呢，还有待在观察跟继续努力。次长，我刚在我们顾委员质询你的时候，你大概都不当然、不尽然，或者是反面的解释哈。那刚次长好像很明确的认为说，这个观察乐戒或者是强制戒制，把这个适用毒品，不管是他是病人或者是他是犯人，把他放到监狱里面去是没有任何功效的。刚刚次长的意见，效果不好那怎么办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在运作已经13年了，越来越严重，那你一个主管机关说效果不好，
这样子我们可以接受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说需要卫福部哦跟相关志工来帮忙的原因在这里啦。因为过去的话呢，把它当病人看的话，应该放在哪里？所以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呢，法务部接收了因为原来通通关进来嘛，当做受刑人嘛。对。最早就是《肃清烟土条例》时代的话呢，就是用当做犯人嘛。对。所以当时呢，把它转正这两个阶段要当病人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做？各部位都没人要，所以就变成法务部收下来。但是需要这个的思维要转变，当病人转变。我们自己没有医生，我们没有心理师，没有社工师。后来是有增加一些员额了，但是真的不足。所以我们有卫福部来协助。那这个部分大概可预期多久的将来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计划出来？有，现在就是刚才讲说那个有我无毒还毒总动员这个计划里面呢，有要求行政院核定要卫福部啦。不要再讲有我无毒啦，因为我们其实台湾各社会或者各学校各个这个公益团体，大家都在推反毒啦。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也是非常的困难。嗯。但是大家真的要有心去面对这个问题。是，没有错。当然，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再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毒品的犯罪。好，那我手上有一个资料，就是矫正署104年度司法科技业务哦。你们有做了编列54万元来办理受戒制人再犯风险程度与影响再犯之相关因素，这就是一个计划一个报告而已吗？不是，因为将来要做执行用的，将来怎么样的从这方面来防治？54万怎么防治？那只能做研究，还是只是一个书面的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是做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方向，将来我们怎么采？将来个案然后个别的事情要怎么采的话，还另外再做从相关的预算去处理。这个是一个研究案而已，哎，这个只有研究案了。好，其实大家今天在这边讨论这个修正案呢，哈，其实大家心情也很沉重。但是本席的意见就是，我们尊重被害人家属妈妈的请求，我们也体贴她，所以我们认为说不适合在这边讨论。但是我们也见识到了，也因为这样的状况，认知到很多问题的严重。是，没错。那当然，毒品的问题在台湾，我想各个阶层，不管是法律实务界，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医师界，相关单位都知道非常的严重。是，但是我们不能够只停在这个知道相当严重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必须要往前跨出，不然这个社会撑不起，台湾社会没有办法再负担这么庞大的一个这么沉重的一个代价。是的。好，谢谢主席。谢谢。接着我们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场，请王玉明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们是不是有请陈次长？陈次长。还有我们司法院的副厅长，邱副厅长。您好。两位好。我想我刚刚听了非常多其他委员的一个高见了。我在这边第一个我要首先再次说明，这一次立法修法修正案的提出不是为了这一次的单一个案。每一个委员应该都知道立法院的立法程序，不可能这个礼拜一发生这个个案马上就提出这个案子，而且通过院会交付到司法法制委员会。所以如果要做这样的发言，我也希望委员们可以先了解事实。我刚刚在提案说明已经讲过了，这个案子是上一届已经提出来了，在这一届的时候，在整个会期刚开始我们就提进来了，所以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礼拜发生的这个重大的社会事件才提出这个案子。我想这个前后因果大家先弄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发生好几起案例，不是单一的案例，所以才系统性的看见问题，提出修法的必要性。这一点也是要先确立的。再一点，有人说现在这个时间点不适合讨论，我要反问的是说，那请问什么时候才适合讨论？上一届就不讨论了，没有讨论。事隔一年，
又发生这样子的案例，如果我们今天司法法制委员会不继续讨论，我要问大家，问各位委员，那请问什么时间点是可以讨论这个修法案的好的时间点？到底还要等多久？接下来我就要请教两位，刚刚有委员都提出来说，修法可以解决问题吗？我想有些委员的答案好像把修法解决所有的问题画上等号了。修法当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啊，如果有这么简单容易就好了，那我们现在立的这些所有的法都已经立了，所以我们社会问题通通都消失了。如果是在我们刑法定的271条杀人罪，我们定法了嘛，所以从此不再会有杀人案件的发生，这个逻辑通吗？当然我们知道立法的目的是要达到一定效果的吓阻作用嘛，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嘛，故意把这样子的一个议题误导，本席非常的不以为然。所以我要求两位在这边再回答一次，我们修法立法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能发挥一定的吓阻的效果，或者是透过我们刑法上面的修订，去明白告诉社会大众，明白告诉这一些潜在想要犯罪的人，你今天要付出的代价有 多大？这是不是我们立法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我们先请这个次长来回答。刚刚你很好像很多委员都故意逼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修法可不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确实，修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土法不足以自行的、啊。是，这个我们司法院刑事厅的副厅长，你对于修法的意见跟看法是什么？跟委员报告，那刚刚法务部也讲过了，就是说，这条法律的规定在，对于儿童犯罪的杀人、杀害儿童的部分，我们的《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112条的第一项就已经有加重的规定。那，委员要在那样的条文是对于通案性的加重规定。那委员这个草案是要对于特定犯罪，就是杀害儿童的部分，再另外做一个加重规定。那关于这个用一通案性的加重，或者是个案性的加重，来看能不能达到防治犯罪的效果。司法院是尊重主管机关以及大院的权责，所以司法院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你尊重大院嘛，对不对？在这边本席就要提出来，你们都一直在说可以加重。刑法第64条第一项，死刑不得加重，对不对？刑法65条第一项，无期徒刑不得加重。无期徒刑，你们现在的法律是说判到无期徒刑可能还可以，无期徒刑怎么加重？从来没有啊，不可能适用啊。那现在民意沸腾，他是觉得好几起这么严重的杀童案例，我们的法官怎么判？判不到我们刑法原来271条规定的死刑，目前刑法杀人罪最高的就是死刑，判不到，判不下去。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提出这样的修法意见？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支持？因为他对于这样的判决他们不满意，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今天你们在报告上提到说有去限缩法官量刑空间的问题，我要挑战你们，就是刑法272条，为什么我们要去定刑法272？你们两位谁知道那个立法的缘由？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为什么要另外立272来规范？为什么？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这也是限缩法官的裁量空间呢、啊？怎么可以在272直接就去规定说死刑或无期徒刑？当因为这个资料没有带来，当年就在民国18年22年20年左右定这个法定272条这个时候呢，是可能对于我国那个伦常的观念呐、啊，对于孝道，对于长辈，所以当时是唯一死刑的。后来是在人权的考虑之下呢，在前几年吧，大概7、8年前还是10年前，我们把它改了，说不能做唯一死刑，所以相对死刑是这样改过。对。那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它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啊。这个是272也应该要废除啊，因为它限缩法量的裁量空间啊，你怎么可以一定就从无期徒刑开始呢？这个的说法也有人提出来过了。所以您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立法的目的是什么嘛？法律要服务人民嘛，它要去反映我们现在社会的现况跟问题嘛。
这在我们中华文化里面，你违反伦常的事情，我们在刑法里面定了272，特别就是觉得这样子不可以嘛，所以是一定是重罪嘛。那今天我觉得法务部跟司法院要听见的社会舆论的声音就是，今天在台湾社会，你去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幼小的儿童，这是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修法，理由就在这边。你有看到整个社会舆论的沸腾的理由是什么吗？过去你看到任何的杀人案件，有像这种杀害幼童的案件这么的舆论沸腾吗？民众这么的看不下去吗？有吗？那这就是台湾的现况。我们现在台湾的主流的民意的声音，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事？是当作没听到，继续维持我们过去的做法，还是我们可以善意的、适度的、合理的来回应？今天社会上也有很多说所谓的唯一死刑，因为他们非常气愤。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法案里面，我们是维持一定的符合这个我们法律的原则？就像刚刚次长讲的，杀害直系血亲亲属的，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唯一死刑，还是以死刑或无期徒刑，还是保留一定的空间？就像你们在报告提到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少数特殊的案例，可能是妈妈她在极度的忧郁或者是精神丧失情况底下，她自己带着孩子也要去自杀的这种案例。那这种当然，另外你在刑法十九条还有另外的规定啊，所以你们把这个通通混为一谈，本席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今天就是合情合理的来看待，我们到底面对发生这么重大的社会事件，不是这一起，不是只有这一起，过去已经发生了，到底我们的刑法可不可以做适度的调整跟修正，来回应这么广大民意他们的需求？我今天的要求就是这么的微小而已，我们必须回应社会大众舆论所发出来的声音，不能忽视。我不相信过去法务部在做任何立法的时候，你们没有参照民意。我看到你们过去在做任何修法调整的时候，你们总是会提出一份报告说现在的民意支持的程度有多高。那如果你们反对今天的修法，如果大家不支持今天的修法，我建议法务部你去做一个民调，整个台湾社会对于现在杀害幼童，我们把它比照刑法272，就是把它规范，就是死刑或无期徒刑，民意的支持度有多高，我们可以去做做看。如果有这么强大的民意做基础，我不知道为什么法务部要反对，司法院要反对。不过刚刚两位后来的讲法比较保守，你们没有说你们全然的反对，你们是说在原来的271就可以用。但我要告诉两位的是，271到目前就是没有好好的用，从来没有在重大的案例里面做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判决，而且让社会大众可以接受，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要修法。如果过去所有的判例都符合我们民众的一些想法跟要求，我们当然没有修法的必要。所以我希望今天面对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很严肃的来思考，这是台湾强大民意的一个要求跟反应，也不是因为这一次的事件，过去已经发生几例了。我们到底在刑法上面是完全都不能撼动的吗？都不能调整的吗？还是我们可以做出适当的回应跟修正？以上，谢谢。谢谢。接着请柯志恩委员。主席，我们请次长。是次长您好，我想第一个先想请教一下，就你的理解，在520之前有没有任何执行死刑的任何的计划？我们对死刑是执行死刑是审慎处理的，目前没有时间表。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属于列为重大争议事件，留待新政府来处理是吧？不是留待的问题，我们会整体来考量。是，我想为什么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无非要
不是要表明我到底站在哪一个方向啊，因为目前随机杀童的这案件引起民怨的一个沸腾。那我们知道随机是指对象的一个随机，那对于这些所谓的凶嫌，他某种程度在他这个做这个行为上面还有造成的原因绝对不会是一个随机。那很多人就会特别提到，我想要请次长来特别厘清一些事情啊，因为很多人包括很多的网民还有很多的讨论都会说，因为我们马总统他签订的两公约，而两公约里面有特别对于精神障碍的不得判死的一个规定，是否是这个样子？我想今天要请次长当众来做一个澄清，以免这个讯息的错误会造成非常多不应该的一个结论出来。这个讯息是错误的，是两公约哈，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第六条，它只是说在没有会主席的国家，对判处死刑罪情节最重大的犯罪。是，那请问，那我是不是接下来要问一下？那情节最重大的重罪，刚才我提到说，这个一蓄包括蓄意杀害并造成生命丧失这种情形。是，次长，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条文啊，但是这个所谓的情节重大，又是很多人会特别问到的，因为包括这一次的小灯泡的事件，还有包括最近几起的随机的部分，它都已经构成情节重大了。可是显然在情节重大的原则之下，法官基本上面还是没有判下去，这就是大家很大的一个疑问，他们还不算情节重大吗？因为这个审判的话不归法务部了，我了解，是从严从速来侦查起诉。那我们这个问题应该问谁呢？司法院。司法院，那我们是不是来问一下好不好？因为大家其实对于这个情节重大，还有对这个所谓精神异常这个免死金牌，其实大家都完全讨论这么多，其实都在这个问题上来做一个打转，好不好？我们请回应一下好不好？跟委员报告，那关于是否情节重大的犯罪，我想还是法官要依照个案依照个案来判断。我了解司法的独立我们完全去尊重嘛，但是我们总要发出一些声音，让我们这样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而不是放在这个法律的条文当中用他们的方式来做个处理。我想这样的一个声音应该是可以被传达的吧。是，所以呢还是要跟委员报告关于犯罪情节是否重大，那还是法官要依照个案情节来判断。所以我今天这个，那如果要有一个具体标准的话，我想累积了个案多数的个案之后，就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标准。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应就对了。是我真的也，你需要案件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才会有一个。我想在审理个案的法官他自己一定会有一必须要去做判断。好，那基本上面我是不是可以接下来问一下，情节重大里面有还不同的一个标准，那所谓这个精神疾病的这个鉴定的范围又会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免死的一个金牌？那我想要提出来，包括这个汤姆熊的事件嘛，我们大家会知道嘛，其实每一次我们这个都会被判定是有没有精神的病史，可以是决定他的一个刑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可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比较聪明的这样的一个罪犯，他其实透过一些伪装变装的方式来逃过这个所谓精神上的一个检定，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个部分又该怎么样来回应？我们可以请次长稍微回应一下。精神鉴定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是，所以也是很专业的课题。那是不是用逃避的？我们是希望说，不是希望，我们呢也请这个精神科的医师就鉴定单位。可是精神鉴定的这个结果往往只是一个参考值，往往都会是透过这个法官用一个新证的方法的部分来去做。我觉得这部分也是有很多值得考虑的，因为我自己学心理出身的，我很清楚很多精神的鉴定里面是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来做一个这样一个逃避的，因为我就曾经看过自己的一个学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如果用这个东西来当作是一个免死的金牌，我觉得它是有很值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榷的一个可能、要免死的金牌的部分呢，只有到精神丧失，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意识无法辨意识能力已经完全无法辨解，这就刑法十九条了，我们过去叫精神丧失啊，是现在比较长，就是无法辨识的能力。我了解，对，我刚刚特别提到一个精神上面疾病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常看到就是所谓叫的可教化性，大家都很清楚吧。我们曾经判过了非常多我们认为他已经罪大恶极的，可是往往因为法官认为他有可教化。我接下来要问，所谓可教化的标准又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因为法官审判的这个部分是不是那我们主席，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排一下由法官来告诉我们厘清一下？我们今天问的问题好像在场的人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回应。对，可是他每次都告诉我们说因为要尊重司法独立啊。
是因为跟委员报告，因为司法院是司法行政机关，那如果对个案发表意见的话，我们会担心对法官的审判会有影响，所以我们都会谨慎。那我特别还要再来问一下，就是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说可教化，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一次提到随机杀人的这个案件里面，它是一个很大的公约数都是跟吸毒有关，那我想请问一下，在可教化的空间当中，我们让他教化里面有没有精神病院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可教化嘛，有没有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置的？如果说从可教化后端来讲呢，比方说他判决的是这个自由刑，哦，那到监狱来的话呢，那对于精神的治疗，那只能到监狱来做。可是现阶段来讲，监狱的治疗，就对精神病患治疗，并不是非常理想。是非常理想吗？说你可教化，还有个精神疾病，你有没有一个东西来做治疗？那我们把它这个放在那边是干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哎。是不是你们？所以你们现在是没有任何的精神病院的这样子的一个的部分来对于这个监狱里面做出额外精神上面的一个处理吗？有了，有精神病院，我们在台中培德医院里面呢，有跟草疗、草头疗养院有合作，成效如何？哦，对，有的有。其实我想，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里面，大家就会把它这个部分合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不管是从整个角度来去看，我觉得整个精神异常里面所后续里面对他们之间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理，包括不管从医学上面从心理上面的一个处理，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都有很大的一个质疑的空间，应该说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我觉得这是未来中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让他们回应到这个社会的这个部分还是重要，但是我觉得这部分一定要彻底的去检讨一下，好不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林静怡委员。谢谢，请问新口司在吗？副司长哈，你知道现在政大已经有一位其实并没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疾病个案被抓了吗？政大是。我还不知道。影片上传了，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这一名政大的个案，其实他过去没有明确的伤人或自伤的记录，至少在政大的学生都认识他，他们知道他常常在那边晃来晃去。那今天下午应该是有人就报警说这边有一个精神疾病的患者还是怎么样，所以被架上担架强制送医。我想这件事情哦，发生任何的惨案，我们都会在台湾都受到很大的震撼哦。不过因为刚好新口司在这边，我就直接告诉你已经发生这件事情了。好，那当然大家都在谈修法的事情，但是到底现在这个社会的氛围是会保护谁伤害谁，我觉得有很大很大的需要考量的部分。那当然其实在这两天的很多小儿科以及精神科的医师也都提出一些呼吁，就是说媒体如果持续的在做这样子的情绪上的诱发，可能会有更多的虐童案或者是一些伤害自伤及伤人的案件出现。回过头来就是像我们今天政大的这一个个案，就是在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没有明确任何的自伤及伤人的状况之下被强制送医。好，那所以我赶快把这个讯息提供给新口司，可以的话麻烦赶快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也赶快把足够明确的讯息，就是说到底怎么样的个案哦，我们到底这个社会应该如何看待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身心障碍者或者是情绪或者是人格障碍者，我们的社会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比较正面的态度来看待，而不是把每一个人格或者是精神上有障碍的个案，不分严重程度，不分他的外表的，不分他的表现，甚至不分他是否有足够的支持，因为很多时候他是有支持的，所以他可以被支持，在他环境过得还不错，有些真的是缺乏支持，所以他需要有社会力的介入，这些差异
这个社会都应该清楚的发现而去面对它。麻烦辛口司赶快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好，谢谢。那您可以回座，谢谢。接下来我想，因为我想今天是法制委员会哦，很多时候讨论的是法的问题，那我就不特别再请哪一位我们的阁员相关阁员上来，我要说一下两个说法哦。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伤害案件都非常的激动，情绪非常的激动，非常的焦躁。但是站在心理卫生的立场，我们要问的是说，谁让这些事情发生？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让这样子的无辜的生命被杀害的事情发生，但是我相信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任何情绪障碍或者是人格障碍的个案在我们社会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在我们在谈严刑峻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头来想，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可能现在所谓叫做他们是潜在的危险的这些人，我们社会对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的药瘾毒瘾防治的效益，我们都知道没有足够明确的效果。请偶像明星来跳舞跟你说不要吸毒，根本就没有用。我们的心理健康促进不足，今天早上我在卫环也讲了，有些新药的健保给付那么高，可是我们在心理健康的这个部分，甚至还把心口司心理健康跟口腔卫生放在一起，这个明确的知道这个国家并没有把心理健康放在重要的角色。情绪障碍者或人格障碍者，他的心理支持，当他情绪有波动的时候，他的中继站在哪里？我们的社会没有提供。包含慢性的或者是他有时候会急性发作的精神疾患的个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给的资源是不足的，甚至给他的家属的资源是不足的。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不足，就是我们的媒体在这一类的案子里面，他的自律非常的不足。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只要这样的案子一发生，接下来就会有其他的大大小小的不同的这样的案子发生。好像那天在捷运站的事情，很明确的可以看到。那我们的国家难道这个部分没有任何的责任，任由他继续把情绪调动起来吗？今天我们在这边谈修法，谈严刑峻法。我不是法界出身，所以我今天不做修法的部分做任何评论。但是我要站在心理健康的部分，提供一点我的想法。我们是执法，我们是立法的人。立法的人应该永远保持足够的理性。当这个社会所有的民众为了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有非常大量的情绪波动的时候，所有立法者是那个最应该维持情绪稳定、冷静的人。我们要永远思考，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有更广泛的可能，不是只有我们现在所想到的这个样子。我们要永远思考规划更趋于完整的制度。所谓趋于完整，就是因为很多的制度我们不可能让它完整，但是立法的职责是让它趋于完整，然后再想办法在其他的部分补强我们无法完整的部分。我最后要说一下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立法的权力或执法的权力，权力也是一把刀，那是一把无形的刀。所以当权力伤害人的时候，看不到血，你也听不到任何反抗的声音或者是哀嚎的声音。可是我觉得我们在所有立法的人、执法的人不可以忘记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手上也有一把刀。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非常诚恳的拜托所有在立法跟执法的，不论是我的同事或者是相关的同仁们，请大家不要在情绪高涨的时候做出任何重大的决策。这个是我的精神科老师在劝他的病人的时候说的，但是我一直相信这件事。我们在情绪高涨，不论是兴奋、难过、愤怒的时候，我们会影响我们的决策。那这边也非常恳请各位在未来修法的时候思考这个事情，谢谢。
再来，李应元议员，委员，李应元委员，李应元委员，好，不在，好，林维洲委员，好，好，我们接下来请林维洲委员。哦，我不是在看我的手机，我要告诉他大家一下哦，我这个是在我来开会之前接到了一个简讯啊，那个这个简讯啊，是我的一个秘书传给我的，他知道我今天要来开这个会，所以他临时传给我，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还有，因为他前面谈别的事，还有老板私人请求。可以不要针对十二岁以下孩童吗？应该是要故意杀人者唯一死刑，最好吼还要立法鞭刑。我怕到，因为他的小孩大概五岁左右，我的女秘书啦，我怕到包包里装了催泪瓦斯和水果刀耶，因为我也会。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去玩，这样，然后后面有一个那个 LINE 的这个拜托的这个图案的哈，啊，这个是我的秘书传给我的。我想最近哈这几天呐，大概很多的妈妈都跟她一样的心情，出门都会担心呢哈。那这个你也可以说，她这个是一时的现象，那过几天也许会好，但是呢。如果过一段时间又发生一件，那我们不就一整年都在这种情绪当中？那看起来我们过去四年发生最少，如果只针对幼童来讲，最少是三次嘛。如果还包含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无差别杀人事件，那可能有七八件，包括政捷的哦。如果这些都会。对我们造成生活上这么困扰，妈妈出门这么担心，然后呢，一年可能好几件，那我们等于整年都在恐慌当中啊，所以这个问题还蛮大的哦。这个最近哈，因为这个事件哈，小灯泡的事件，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社会安全网的建构。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显然是破洞了，所以要把它补起来。那很多人也认为，包括很多委员他们也认为那个才是造成今天这个事件最主要的因素。OK， 这个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了。不过我在这边要挑战，我要挑战的是什么？社会安全网我们需要去补漏。另外还有一个网，叫做法律的网，我们也要去补漏。我现在举这个四岁儿童哈，这个小灯泡的例子，他无缘无故被杀，而且是现行犯，马上抓到，所以他不太会有其他的所谓的杀人事件当中的其他情境的因素，因为是马上杀，马上当场被抓到，而且还有三个最少有三个目击者。一起参与那个过程，所以这个如果以我看起来了是非常明确嘛，好，没有太多的情境上面的奇异见解，就是说比较不会有这样的奇异见解，这个是一个例子。如果以我们现有的法律来处理，到最后我们来模拟一次杀害小灯泡这个犯人，这个王姓。这个犯人了哦，他会怎么被判？现有的法律271条，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死刑、无期徒刑都有可能。最极端的例子，他可能被判十年，对不对？这有可能嘛？法官有他的裁量权嘛？被判十年，然后儿少法里面的规定。应该要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请问，请法务部陈次长，请陈次长，儿少法里面这个规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是必然还是得还是可以考量？
应加重其刑，所以一定要加重其刑，所以他最少被判十年，然后呢，加重其刑变成十五年，依照加重二分之一，不就十年，不就加五年，不就十五年，啊？是二分，所以也可以加不到二分之一，加到最高，哦，要加重，但是他也可以加一年，也可以，按照情境，按照不同的状况，对不对？裁量。OK， 好，所以不是到最低的刑度不是十五年。OK， 我知道，好，我现在是把它演练一次这种最极端的状况。小灯泡这个事件将来的判刑，他可能最低被裁量变成判十年，然后呢，再加重这个儿少法里面的应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所以有可能只加一年，有可能只加两年。好，最差的我们把它最极端的就只加了一年，他可以不加吗？好，一定要加。好，这个法官哈比较恐龙，所以他只加一年，所以就判了十一年，这个是有他的可能性哈。然后这个假释的规定是怎么样？要服刑多久？就最快的，好，最少二分之一啊。哦，那个不管了、啊，那个是评鉴的规定了、啊、哈、哦。好，二分之一，他服刑了，五年半就可以出来。请问，如果是这个样子，有我们给他一个裁量的空间这么大，针对小灯泡这个事件，服刑了五年半出来，这个不是不可能嘛？哦，这个就是我把它。看到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这样的可能，给他裁量嘛，就有这样的可能。服刑五年半，你认为老百姓可以接受吗？如果这个案子不会的，可以不可以接受？你问我请教你啊，当然不会接受啊，当然不会接受，是不会接受嘛？那我们为什么要立一个法吼，给他一个空间，然后他判出来，老百姓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这样子的法？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允许这样的法的存在？我现在要挑战的就是这个、啊。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一个空间，给他有一个裁量空间？那个裁量空间是可能的，他可能判出这样的刑，然后呢，到最后又假释出来，只有五年半的时间，然后让全民都来骂法务部，骂我们的司法院，骂所有的法官，说你们是恐龙。我们为什么要让允许这样的法让它存在？这个就是我讲的，我们一方面要补社会网安全网的漏洞，我们也要补法律网的漏洞，这个就是漏洞。至于当然你们有提到很多情境动机，在这个状况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所谓的他的罪责的重跟轻，要给他一个衡量。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这样的衡量，比如他精神恍惚，甚至精神状况出问题，这一些有其他的法律可以来救济啊，都有。还有其他的，不是说我们定了这个法律，他就一定要判死刑、无期徒刑两种而已。他如果有其他的，你们所提的。反驳的那个意见，比如说妈妈因为精神忧郁症，然后带小孩子自杀，结果小孩子死了，他自己没死，他变成杀人犯。这个在即使我们把这个法修了，这个还是存在可以减刑的嘛？精神状况出了状况嘛？这个就在其他的法律，在两公约或是其他都有，还是可以救济啊。所以跟我们修这个法没有关系，你们讲的那个反驳意见啊。是无不相关呢、啊。我再请教你哈，我们这个刑罚哈，我们要处罚这个罪犯，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是要惩罚他吗？报复、惩罚？现在是惩罚。惩罚、报复，这个精神是什么？把他关起来或处死刑的法律刑事政策哲学是什么？现在的刑事是惩罚没有错，惩罚惩罚是站在教育型的惩罚了。不是在报复型的。我想啊，这个有很多的理论呐，哈。那就我自己的观感来讲，哈，我觉得那个惩罚的意义在哪里？第一
个是抚慰，抚慰被害者，然后给他觉得他有受到抚慰。如果逍遥法外，你说他会心里一定很难平息嘛？所以第一个是抚慰受害者，惩罚的意义不在于报复，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在于，也不是所谓的那个啊，我 OK， 我认为是第一个是抚慰的意义，第二个是对社会有警惕的意义，让将来不要再发生，让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大家会受到警惕，这个处罚的意义在这里，然后有社会的法益的这样的意义。如果像我刚刚讲的那种例子，到时候这个小灯泡的案件判出来是11年，经过5年半他出来，你说他可以达到抚慰、达到社会法益、达到警惕的目的吗？你认为达得到吗？不，这是假设性的判决，我想他的可能性啊，我们留了一个法律让他可能存在嘛。啊，我们要不要留这个法律让他可能存在那种状况？所以才会有恐龙法官、有恐龙检察官，还有这个法律如果不修改，还有恐龙立法委员。接着请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江启程委员，江启程委员，江启程委员，庄瑞雄委员，庄瑞雄委员，庄瑞雄委员，徐正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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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另外有提供书面的咨询。柯建铭委员，柯建铭委员，柯建铭委员，尤美女委员。主席，还有我们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这陈次长，请陈次长备询。还有我们的卫福部的张副市长，张副市长，请。还有教育部的杨组长，教育部杨组长。还有我们警政署的纪副局长，请警政署副局长、纪副局长。各位好哈，今天下午在这里这么多的委员质询，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请愿室也在另外一场的公听会正在举行，就是怎么样去保护犯罪被害者。那我们这里呢，我不晓得说各位，就是我们政府是不是看到了我们民众的恐慌跟不安？刚刚我们的主席念了一段简讯，可以看得到人民的恐慌，人民的不安，整个社会呢这样的一个恐慌，到最后变成是一般的人民众呢，他无助到只能够期待用死刑来解决他们的恐慌，愤怒到只能够去攻击废死团体来平息他们的不安。请问我们的政府能够做什么？法务部。政府的做法要统合性的啦，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要去攻击哪一个团体，因为这个多元的社会有多元不同的看法啦，都要彼此尊重，不要因为对互相的攻击而造成社会更加的不安。这一点来看，应该要统就这个案子来讲，类似的不是这个案子，就类似的案子来讲，政府是有责任来保护，让人民免疫。比较具体的，能不能讲比较具体的？应该要做。那比方说各部位要做的，比方说精神病患又是不是卫福部？你法务部，你讲你法务部的。法务部的话，我们现在只能在犯罪侦查跟我们现在对于在监执行的人这方面呢，如何再加以这个深度的这种应该叫做教化的问题。好，那我请问一下哈，你们法务部在这个政检事件发生之后，
你们不是有委托专家学者去做了一份所谓的分析研究的报告吗？对，有。那份报告不是在去年的12月就出来了吗？有。然后出来之后，你们做了什么？我们司法官学院有送给各机关做参考，因为这个没有基数，各机关效力。那就只有给各机关做参考，然后就束之高阁，然后事件照样的发生。不会了，应该不对不对？去年十二月、今天发生这个啊，我们的小妹妹的事件，3个月以后，所以呢，一份的研究报告，102年委托的，好，对不对？你们是102年委托嘛？103年委托嘛？104年出来嘛？105年照样发生事情嘛？然后呢，那个报告就束之高阁，交给各个部会，各个部会可能到现在没有人看过嘛？应该有啦。其他几个部会，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报告？卫福部。有没有看过那个报告？没有看过。好，教育部有没有看过那个报告？没有看过。好，内政部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好，我们花了钱委托学者去做了一份对于这种所谓随机杀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分析研究，对于这些的加害人他的特质等等，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份的研究报告，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各个层面、各个部会应该做什么的，所以你们才会给各个部会嘛。然后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出来之后，交给各个部会就石沉大海。那我不知道，其实我们政府花了很多的预算在委托专家学者做各种的研究，研究出来之后就是归档，然后事件照样的发生，然后人民照样的愤怒，人民照样的无助，然后人民最后就只好自力救济。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子的吗？所以法务部，你们已经委托专家学者做出这个报告出来了，那为什么交给各个部会全部？然后你们在行政院，你们说昨天还是前天开的这院长召开会议，然后交给现在是不是由副院长来负责嘛？院长主持的治安汇报。好，院长主持治安汇报。那你们有法务部有没有提出说你们已经做了研究，对于这些的加害人的这些的形态做了一些的分析报告？所以那个报告已经在那里，已经交给各个部会，有没有提出来？我们这个报告不是唯一的，因为这个我们报纸是粗浅的，这个比较初步的报告，应该还要做深度的。比方说，就法务部而言，我们的建议就马上来做了，这样有从严假释的问题嘛？我们自己能够做的部分我们有做嘛？哦，那以后到社区去。哦，应该怎么做的话，应该还是更细致。我们这个报告不能拘束各部会，因为它还有相关的配套的处理的。好，当然它是不能够拘束各个部会，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学者或是一个研究案而已嘛，对不对？初步报告了。好，初步报告，但至少是可以有一个方向嘛，不然我们的钱就是把它丢到大海里面去嘛，根本就不用研究嘛，对不对？我想他们应该是有看过，不是说在座几位没看过，好，相关幕僚、相关同仁应该有。OK， 那其实从那个报告里面会看得出来说，对于这种所谓的随机杀人的这些的个案呢，其实它都很多都是什么非常年轻化，而且没有犯罪前科的，而且很多都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就是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的人际关系非常的糟，而且跟父母的关系也很糟糕，对不对？就是他是整个是一个非常疏离的，那他是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对社会是非常不满的。那当然这个学术上可能要把它归类成所谓的人格违常，或是认为说他是属于精神上有疾病等等，我们不管。但是对于这样的一群人，或是说他是属于社会的边缘人，因为他有可能在整个学校求学的过程里面就是被霸凌的，也有可能在家里他是受到暴力的。那我们也时常会看到，对不对？被害者到后来就是当他没有被照顾、没有被关心的时候，到最后他就变成施暴者嘛，对不对？他最后一定要反抗，否则他没有办法活下去嘛，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说好，今天我们的社会大家用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的所谓的高危险群全部找出来，把它标签化，然后把它隔离。因为刚刚这个林靖宜委员刚刚讲到嘛，郑大蛇事件，对不对？一个学生现在开始什么全民公敌，大家全部都睁着眼睛，你的隔壁就有一个高危险群的人，他可能就是犯罪的潜在者。所以呢，大家全部开始去标记所有呢曾经有过精神有点亢奋、有点情绪的人，或是他有点跟我们的一般的正常人不太一样的人，大家全部开始把它标示出来，全部去报什么报警，说这里有一个人精神有点问题，所以呢全部强制送医。我们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件这样的事情本来是政府应该要去做的，造成全民的恐慌，造成全民的不安，大家开始人人为敌，这样子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吗？我们是不是只有把这些情绪已经可能不是那么稳定的人，把他逼到更绝境去，逼他们更早去做一些事情，有没有可能？是有这个可能性，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的其实就是真的是要关怀，互相协助，对社会的边缘人，所谓社会的连带责任。今天一个父母他家里有一个这种所谓的情绪障碍的孩子，或是今天有一个失业的孩子，或是今天有一个这精神障碍的孩子，请问我们社会给他的支援在哪里？我们的卫福部他能够向哪里求援？谢谢委员。如果这样的话，父母亲的话，基本上我们有几个资源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编一本就是心理健康照护资源手册，上头大概就是有各个从医学中心到诊所哈，所有可以提供这些服务的地方我们都有，包括电话。好，都有。里面有多少人？那个是一些机构。好，机构他打去可能一直打电话转了老半天，最后就是对不对？下班请你上班时间再打过来，不然就是打到什么请你什么拨一什么拨二拨三，然后到最后就是没有了。我们经常看的这些所谓的政府机构的单位，然后呢就是打去好什么什么什么单位，对不对？我这是社区心理健康中心，然后打去你什么要服务请拨一，什么服务请拨二，什么拨三，然后到最后就是没有。如果你需要专人服务请拨几号，然后就做不做没有，然后你再重新拨一次，又是请你拨一拨二拨三拨四，然后这些东西都不是你能够要求的，你要的是一个专人给你服务。对，就委员说的很对，就是说除了我们有编一本那个就是资源手册，另外其实我们第二个还有提供安心专线。安心专线的话，我们就会有直接专人在提供服务，然后是二十四小时吗？24小时，对，免付费的电话。免付费电话，电话几号？你把它公布给大家。0800-788-995。好。那你这个有在有到处宣传吗？有啊，当然有。哪里看得到？我想就是说。一些报章媒体，然后每次只要一事件发生，今天我在路上看到有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或是说今天有一个人有暴力，就是有危险的情况的时候，或说今天家里我有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从哪里去找这支你刚刚所讲的这个电话，我从哪里可以去找得到？我想卫福部的网页是有的，去卫福部的网页。对对，好，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宣导。现在大家每一个人都人人都有一只手机，你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手机上人耳，就是说当我在遇到什么样的需求，我可以怎么样协助？那这个协助我们希望是说它是能够真实的协助，而不是说打去那里之后，然后呢说哎呀，那你就依照精神卫生法把它送医嘛，对不对？然后打去警察局，那警察来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强制送医了，那当然有可能又再打回票回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的所谓的破网，就是在这些什么东西，我们的法律制度都有，法律都有规定，但是没人没钱。我们说当你有心，钱就会出现，没心就没钱，也就没人没资源。所以在这里，好，我请教一下教育部，今天当一个学校的老师，他发现 他班上的同学有人有情绪有这个，或是有一些情绪有吸毒，或是有一些情需要协助的情况，请问这个老师他如何？跟委员报告，其实他有两个管道了，一个就是那个学校的辅导，那个他有那个专辅人力，就是他辅导老师。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专职辅导老师，一个学校有几个？我们现在依据那个国教法第10条的修正案，国小24班以下有一个24班以上有一个专任辅导教师，那24班以下有兼任辅导教师，这是第一个。好，24班有几个学生？24班有几个学生？有几个学生？24班一共有几个学生？那每一个班级他学生数都不一样。好，那一般平均数？一般现在大都会区跟那个这个，这现在大概现在班级数国小，按照是好像应该是三十个左右，就正式。那个到满的话，所以30个，然后24班多少人？600-700个人，对不对？所以说，在学生辅导法这个公布以后，106年开始，那一那个他就规定，只要这个只要一所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专任辅导教师，有一个专任辅导教师。那另外在那个县市，他有辅智中心，他有专业的社工师跟心理师。像这一次以这一次的
这个事件发生在西湖国小旁那个围墙边。那第一时间发生事情之后，我们就国教署就打电话给台北市的辅智中心，请他对西湖国小的孩子跟老师做心理上的諮商跟那个哀伤的辅导。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教育部这个在整个这个辅导体系上面，其实政府花了很多钱。那在经过101年到现在整个建构来看，慢慢我们的那个辅导专业辅导人力的，就是所谓的心理师跟社工师的这个，已经有一点成效出来。好。那我们现在请问说，如果遇到霸凌的时候，这个孩子遇到霸凌，那学校的支援体系在哪里？如果学校一样，他如果霸凌，他如果有跟导师讲，那导师他就会启动那个霸凌的机制去讨论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那个霸凌成立。那如果霸凌成立，那他就要成立一个辅导的机制来辅导这个孩子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就第一个前提是说霸凌有没有成立嘛，对不对？是是是。所以这个被害者他要就要先被调查嘛。我们刚刚在楼下也讲的说，犯罪被害者的保护的前提，第一个就是说先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被害者，先检验你是不是被害者。在外国，在欧盟的公约里面规定，只要你说我是被害者，我就是被害者，我就开始启动所有被害者的保护，而不是先去调查你是不是在诬告，你是不是真的被害者。所以事实上被害者第一关就先被质疑，先来检视你到底是不是被害者。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思维可能应该 要去修改了吧。所以今天被霸凌的人，第一个他敢去跟老师讲吗？他在下课的时候我想会霸凌得更惨。他敢回去跟父母讲吗？他也不敢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后，等到他慢慢长大，他就是变成施暴者。跟我们报，我们平常在 每一年都有无记名的那个问卷，他只有在学校里面，他有在问卷的时候，他有曾在这个问卷上表示出他在学校曾经有类似被霸凌过了，我们就会启动一个那个关怀的，然后去了解孩子他是遭受怎样的一个情况，那针对他的情况，我们会去做辅导。好，会辅导他。是是。然后呢？就是那对家庭的不辅导，你们会给几个小时还是怎么样？告诉他说，以后下一次有被霸凌的时候，来跟老师讲就好了。好，我想这个部分是比较属于专业的这个部分了哈。是是。我们希望是说，今天整个社会的恐慌跟不安，我想我们政府单位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把社会的安全网把它建构起来。今天固然说好法律要去修改，可是怎么样去修改，它绝对不是单一个立法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是说，利用这样的一次的机会，其实我们已经错过很多次的机会，从政捷开始已经3年了，我们的错过那么多的机会，我们都每一次发生的时候，说实在我们又回到当年的情况，对不对？我们只要单一立法，找到社会的所谓的戴罪羔羊，社会就安心了，事件就过去了，媒体就不会报道了，所有各个部位就没有责任了，然后呢下一次又在发生，又在重复。然后在这里呢，当然我们媒体也要希望能够自律，而不是一直在激化社会的对立、激化社会的恐慌、激化社会的不安，让每一个家长人心惶惶，不晓得到底怎么办。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宪法上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是我们身为政治人物或是身为政府官员大家共同的责任。所以让我们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好好的把这个破网补起来，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安心的长大，希望它不是一种奢求。谢谢各位。好，谢谢。接下来是那个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询问完毕。接下来我们是另外就是。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以及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另外，委员徐正卫、吕玉玲、江启臣都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那本案，我们因为意见还蛮多的哈，我们觉得有必要在继续的讨论，所以我们另定期继续来讨论。另外最后我们还要处理两个提案
请宣读临时提案。提案 A， 针对儿童遭暴力杀害问题层出不穷，亟待积极防治，要求保安部、卫福部及内政部警政署一年内，应对杀害儿童之主要类型、特性、成因，以预防策略提出分析与严拟因应策略方案及修法目标。提案人柯建铭，由美女周春米、林维洲。提案 B， 2016年3月29日，内湖女童命案震惊社会，无差别杀人案再成社会焦点。个人人格之养成在于家庭教育、社会制度建构，然近年来无差别杀人重大刑事犯罪不断发生，如2009年3月黄富康案等，不明原因无差别杀人事件，皆使民众惶恐不安，与媒体大肆渲染下，致使社会信任感下降，人人自危。无差别杀人案与过去因情感仇恨、财物等引发之传统刑事案件类型有显著之区别，其犯罪动机不明，且不挑选犯罪对象，但往往都是相较于己之弱者。其严重的问题在于，行为人的敌人并非该被害人，而是整个社会。自国外经验及相关研究可发现，此类无差别或大规模杀人案件之行为人之养成，多肇因于深层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问题，恐非仅探究被告个人责任即可因应防范。唯有正视问题的核心，才能不被激情愤怒给动摇，创造能够使国民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安身立命的环境，抚平社会伤痛，避免类似事件再次重演。政府责任在于针对此类案件与整个时空脉络下之结构性因素，进行深入之了解研究，并提出具体之改善方案。然我国政府针对上开随机杀人案，不教化、不研究，仅以执行死刑来安抚人心，而忽略社会结构改革的核心问题，实不足取。法务部仅于《中华民国103年犯罪状况及其分析》《2014犯罪趋势关键报告》中，对于政捷案做初步研究，然仅以6页篇幅平铺直述，说明行为表征，并未深层分析意味针对我国已发生之无差别杀人事件及台湾固的社会经济问题做出研究。原要求法务部会同卫生福利部医师司、新口司、社会及家庭署、教育部、内政部及相关部会，参考如日本、美国、挪威等其他国家对无差别杀人事件所谓之整体调查模式，进行我国无差别杀人事件之系统性调查分析研究，就各该事件特征、行为人社经地位、成长背景、犯罪动机、个别之时空及社会脉络等，并与国外类似事件及发生背景研究结果交相比对，并检讨目前社会结构之问题，针对家庭教育、劳动、犯罪人处遇、更生人处遇、金帐处遇等各个面向，提出一具体之社会安全政策方案白皮书，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重演。提案人柯建铭、游美女、周春敏、顾立雄、吴坤玉。宣读完毕。法务部有意见。针对这个 B 案，大家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就是 A 案，好，不好意思，那法务部有补充说明。主席，各位。我们 A 案的部分，我们这个都赞成哈，但是 A 案部分呢，因为没有一个主证，可以各行其事。那早上内政部陈部长呢，在楼下内政委员会呢，也有提出，他说内政部有提出要提出一个短中长期的相关防治措施。那是不是这个提案呢，在第一行后面能不能加说，要求内政部邀集法务部、卫福部，然后加上一个教育部。好，那警政署就不必特别写了，好，那个这个就删掉，于一年内，这样好不好？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修正通过。针对 B 案，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照案通过。好，今天的会议开到此哈，散会，谢谢大家，谢谢。